之后咧，咁我哋就会玩唔同嘢啦。就首先可能会喺 Fall 度整落人啦，第二就系会送多一件Call of Duty Black Ops 3嘅中码 T 恤俾大家嘅。咁点样拎到呢？就系都系好似上次咁样啦，就喺个 chat room 度咁投票，咁你想要嘅，咁就咁我就抽一位巴打出嚟拎，就系咁简单嘅啫。我哋呢度又唔使特登要你 subscribe 啊，诸如此类啲。虽然有巴打就提议我，喂，你自觉咁，其实你送咁多礼物，不如咁样啦，不如之后你送礼物嗰阵，净系俾 subscribers 可以抽到啊。咁有巴打咁样提议过我嘅，但系我就唔会做呢啲嘢，老老实实系咪？暂时唔会啦。咁如果第二时可能送啲大啲嘅 game 啊嘅时候咧，就有机会会实行呢一个方法，因为始终。有很多百冇事，他哋就係咁每個月就俾$40我啦，即係俾$40出嚟支持遊戲情報科啦、撞頭會啦，同埋支持 Hitbox 咁樣啦。咁佢哋就不停喺度支持嘅時候，咁亦都有啲巴打抱怨話：，喂，好似抽幾都抽唔到啊咩？咁我都努力咁將呢個機率盡量提高少少啦。咁樣 O 唔 OK？ 咁大家都覺得公平啊，係咪先？因為始終只 game 幾嚿水，咁唔係好過分啦，係嘛？好啦，咁把声好丁，喂 ，hi 你好嘛？咁但系如果系可能啲 T 恤啊或者周边嘢啊咁嗰啲，我容易啲攞到嘅，咁我会送俾即系大家都会拎到啦。咁如果系真系现兜兜我自己揞出嚟嘅，咁可能系啲 game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我就 subscribers 啦，好唔好啊？唔过分嘅系咪 ？OK 啊嘛，大家认同啊嘛，系咪？好啦，咁我开波啦，咁我哋今日尽快爆机，跟住就玩其他嘢啦。咁今日嗰个 frame 数咧，尽量会提高少少啊。咁 max 就话可以去到60啦，咁睇下去到几多啦，好嘛？咁其实 hitbox 佢就话自己 support 30多啲嘅啫。咁我哋就睇下佢信唔信啦。如果大家觉得反应即系或者个分别唔系好大嘅，咁我哋可以去翻之前咁样去翻25都 OK。咁如果大家觉得喂唔系喎。差好远喎，好正喎，60咁样，咁我哋就用60啦，好嘛？咁上一集我哋其实都差唔多去到尾啦，咁我哋而家就去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两关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其实原来我哋就唔系 Big Boss， 我哋本身系个黑鬼。咩话？啲药唔得咩？我哋就其实本身系一个黑鬼嚟嘅啫。咁因为我哋要保护翻 Big Boss 啦，咁所以我哋就要被整容啊，黑鬼漂白变咗做 Michael Jackson。嗱，明灯仔今日爆唔到机，应该唔得啩？你有冇开埋个 FPS 数？因为我 show 出嚟个 FPS 数同你哋睇到嘅 FPS 数有机会唔同。爆咗会玩花系啊，如无意外明天会玩花啊嘛，又系烂下烂下，即系 Silent Hill 3拎出嚟抽，即系 Silent Hill 3话送俾你啊嘛，哎呀，系嘛？因为大家都系麻麻地嘅一只，同埋 Silent Hill 3我买翻嚟嗰阵咧，佢系冇碟套，乜都冇嘅，只得。本说明书同埋几只碟咁样，咁我睇下有啲咩方法寄俾你啦，好嘛，巴达。又爬下爬下，我好努力咁爬，大佬爬咗两个月，我哋由九月头爬到而家，爬到11月4日，都仲喺嗰间医院，都仲喺同一间房度。攣快少少得唔得，石叔？啲啲啦，好嘛，有啲闷。之前开头就为咗睇剧情，睇你慢慢攣嘅，今时今日打到去到尾咧，都仲要睇你攣。依边啊，其实呢个木乃伊系咪真蛇族啊？真点蛇族？你谂紧会唔会同一开波一样攣两粒钟？喂，冇啦，我即刻 cut game 老老实实。结果都系发咗个梦，即系好似叮当咁样啊！叮当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大雄幻想出嚟嘅。喂 ，Hi Sadis， 其实我一路都唔知点读啊你个名。结果其实佢就系佢发紧梦。哦，咁样唔得噶，我哋一定要搭 lift 啦，睇嚟。你既然俾我，我都会拎翻出嚟，用我名义抽。你玩完先啦，因为佢旧游戏咧，佢就咁装落部电脑就得噶啦，佢唔使要啲 key， 唔使 unlock， 唔使成。咁所以你系可以装完之后，可能 download 啲 crack 啊，免 CD 安装咧，咁又可以拎嗰只碟嚟循环再做，下送俾下一位朋友。好似飛機杯咁，用完之後拎翻出嚟抽。我又係熊貓男仔，我終於知道原來佢係仔嚟嘅。Fall 其實好 Q 難玩啊，唔會嘅，對我嚟講所有 game 都係一樣嘅，難度一樣。環保杯自己用完即刻送俾下一位朋友，有啲嘢嚟緊喎，好核突。个杯 share 用，
唔似而家啲 game 咁煩啊，成日都要 CD key。你諗下，我開發咗一隻 game， 跟住佢就係可以買到一隻，即係可能我哋一隻 CD share 俾七條友玩，同今時今日一隻 game， 我哋七條友玩要七個 key， 爭七倍收入喎。莫拉伊，我記得上次燒完咁樣之後，佢轉頭都冇事。今集就玩 Fallout Sim City 啊，其實我冇玩過，所以我哋到時先知啊。我哋睇過曬㗎啦，呢啲劇情。起身啦，我唔會驚你火入。我最期待畫面出現了我依家即刻 cut 咗，係搏咗佢。LCTV 又有 beta 啦，呢個你可以同阿領神講，因為其實佢自己好中意玩呢隻 game。你對恐怖 game 冇興趣玩啊？咁你就叫我買死仔包。喂，其實我哋都躝咗咁耐，俾我行都唔得，行兩步咧，冷靜啲啊！你可以做到啊！你試下啱啱做完手術，又漂完皮膚，又黑鬼漂到變白人，然之後第二日即刻咁樣俾人偷襲，仲要喺個火堆入面喺度走嚟走去啊！你木乃伊，你而家梗係講得爽，梗係講得輕鬆，犧牲啊，蛇叔！犧牲啊！我而家仲要咁样 keep 住躝，我系躝咗七分钟。点啊？啲嘢开始有用咯，系嘛？我要行快啲先得啦。一开波已经闷到咁，埋尾啊！依家个结局闷到咁样啊！你搞错咗啲嘢啊 ！RCT World 又有 beta， 认真系射波嘅时间。我已经将呢句说话准备转交你老细。祝你好運！睇人玩恐怖 game 我最開心，即系睇啲人慘叫啫，你哋都系想，我唔會啊，你好失望。喂，冷靜啲啊，我轉頭幫你搞掂啦。點解又要爬多次？因為我哋依家。揭露真正的故事，因为其实由始至终我们都不是真正的 Big Boss，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人整容整出来的二打六。不要再说了。10月30号有 beta， 那个是要订了才可以玩的。不要再说了。我可唔可以飛曬啲劇情咧？其實大家都睇過啦，即係如果有 keep 追開我哋嘅話，今時唔同啊！你覺得我今日仲會俾你發現到咩？係會嘅，我知道點玩嘅呢度，快啲啊，匿埋啊！我會賴屎賴屎都睇唔到噶啦！我點解唔俾我喐嘅？佢要等我，佢等一陣，即係等嗰條友躝完先可以喐到。炒車前都係一樣，即係唔會大叫，但係會賴屎啊嘛！炒車會賴屎啊！你發生咩事啊？即係早幾日你哋有冇睇報紙啊？啲牛頭角咧有個女司機揸咗架私家車一夜鏟咗上個行人路度，黐孖筋，好恐怖啊！我覺得呢啲事。今時今日我已經覺得香港啲交通同大陸差唔多接軌。哦，你話個劇情嗰度 ，pre-order details exclusive access to two beta weekends through schedule late， 完咗噶啦，其實。盤骨碎咗就會瀨屎啊！我哋用我哋喺學術上面研究一下咧。其實你引屎係應該用括約肌喎，正並唔係用盤骨嘅喎，係咪？即係唔係好似耳仔嗰啲中耳咁咧，透過骨嘅震動，然之後就去做某啲嘢咁樣。即係引屎亦都唔係用盤骨嘅開合嚟引嘅喎，係其實係用你個攞
係用你攞有嘅一個叫括約肌嘅東西頂住你條直腸嗰度咧，等佢唔好流出嚟嘅啫。係咪咁樣噶？因為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嗰陣就係咁樣講啊。咁跟住，當括約肌打開嘅時候，再透過直腸嘅蠕動，就可以將你嘅排泄物經過你嘅肛門排出體外，啱唔啱？印象中就係啦，就絕對唔係用盆骨，所以盆骨碎咗同瀨屎咧應該冇關係嘅喎。骨折，周圍嘅肌肉就用唔到力，跟住就會瀨屎，係咪噶？點解你哋對瀨屎咁有研究？唔係我哋對自己嘅身體有啲研究嘅。括約肌係放鬆嘅，乜嘢？你哋成日瀨噶？瀨屎，我諗我對上一次瀨屎已經係好細個 B B 仔入尿片嘅時候啊！我就記得有啲時候咧，幼稚園嘅時候咧，去廁所去得唔乾淨，跟住咧啲尿滴到條褲咧，跟住就要問學校借褲，跟住學校嗰條褲嗰度咧個攞友又好大隻字，係寫住學校名。你哋有冇人試過？點解話你哋試過唔會講出嚟？我知道你哋衰。呢、這個世界認衰仔認樣衰嘅，成個台得我一個嘅啫。大希應該玩巴哈薩，恩涅賴屎，唔知咩叫恩涅賴屎。唔信你成日都吐格开引号开括号，圣罗兰就表示自己唔屙屎嘅，因为你男神嚟啊嘛，男神啊唔使屙屎啊嘛，系嘛？我呢啲毒拎先要屙屎啊，女神都唔使屙啊，女神又唔使食又唔使瞓，唔使屙屎仲唔存在添，系咪？呢度连半个钟头都冇啊！希会唔会咁早开 4 out 4？ 可以噶，我冇乜所谓。我哋都话咗会开 4 out 4，整咗个靓仔样先，整咗乜头先？喂，敲我辉魔嚟啊嘛！冇偷玩啊！我辉魔嗰日咧，我琴日唔觉意 click 错掣，开咗只 Metal Gear 咧，好多 at 咗我 Steam 嘅巴打，即刻就会走入嚟问我：希志觉，你又偷玩？首先，点解要用个又字先？第二就係我話偷唔偷玩，因為其實你玩呢一類 RPG 遊戲咧，如果就係開台玩咧，咁其實要玩得仲耐，因為其實我依一款遊戲我已經偷玩咗好多次啊！即係首先玩咗 side op 啦，跟住就升下嘢啦，跟住掛機啦，跟住令到佢可以開發耐啲啦。咁嚟緊 4out 應該都會有唔同，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啊！咁所以大家如果見到我 Steam 偷偷地開住 4out 咧，大家唔需要咁詫異。女神只会食屎，女神只会食肠嘅，以我所知。关于菊花嘅嘢唔好讲咁多啦，唔该，请教通柜专家 Sammy 嘻嘻。喂，通柜专家同被通柜专家系两回事嚟噶，系嘛？即系你可以问蔡澜食嘢，但系你叫蔡澜煮餸咧，又争啲啊嘛，系咪先？就好似平时高登仔咁样咧，你 follow 唔到啦，跟住问人哋啲片点拍咧，个个都会即刻。洪涛伟论讲好多嘢，跟住叫佢俾部机佢，叫佢拍咧，佢又话我唔识拍嘅，系咪？一二零是一也是零，嘻嘻去咗睇达 X 啦，今日唔见嘻，可攻可守，不战斗露营必须走，系咪？讲咗好多废话，我哋唔好再特登去笑某位巴打啦，好嘛？蔡澜食煮嘢。咁我哋用蘇絲王得唔得啊？蘇絲王唔識煮嘢啊！蘇絲王就係識串人嘅啫。What's happening out there？ 喂，到底出面發生咩事啊？其實我哋上次都已經知道發生咩事，我哋純粹扮下啦嘛，純粹扮下驚訝。行前兩步，跟住就會有人俾人掃啊嘛！我記得。真正唔識煮嘢嘅係黃淑儀啊！應該用道 X 風，道 X 風點辦啊？今日我就同大家玩 Metal Gear Solid 5，係咪咁樣 E D 啊？
即係好輕佻，講嘢又好慢噶嘛。喂，唔好撞喂，你大波護士，你唔好以為個波大啲啊，大曬。喂，唔好影像攞油咁啦。呢只落雞汁就得，落雞粉就煮唔到嘢。彈都冇用啦，係嘛？人都擋唔到子彈。匿埋啊！唔係咁扮嘅，用大王大戰利錦聯嗰啲無敵鴛鴦鏟咁樣左鏟右鏟。依家有81位巴打睇緊我哋台，未開 account 嘅巴打，你都加入我哋一齊吹咗同串氣自覺呢句邊個打入去？點解唔解全他死黐孖筋？不嬲都唔解全他死啦！所有遊戲玩100%，我一年都爆唔到一隻 game 啊！喂 ，Hello Peter Tam 你好嘛？蔡蘭識煮嘢食，蘇斯王就自以為識煮嘢食，係唔同嘅兩件事。要擒入去啊嘛，我記得係咪劇情需要？首先確定自己匿喺個牀下底先。咦，今日唔係轉新 game 咩？咪轉咗新 game 咯，而家咪玩啲 Metal Gear 咯。新 game 嚟噶啦 ，What happened？ 又唔滿意啊 ？Drop dead！ 要嘻嘻爆機，即系唔想睇新 game。爆機唔系問題嘅，我覺得要我100%爆機先系問題嘅。好在你下隻 game 唔系開 Call of Duty， 何出此言啊？乜嘢嘻嘻食屎？COD 多腐皮到赖屎，其实呢啲 FPS 游戏多数都系咁样，都系啲速食游戏嚟嘅啫。Battlefield 啱啱出嗰阵都俾人腐皮噶，咁但系之后点啊？之后啲人咪一样系咁玩，唔会有啲咩大影响噶，老老实实，唔会有咩大问题噶。即系你可能 story mode 好闷，唔 OK 个故仔好流。但相比，即系但系，当你一玩到 multiplay 咁，其实都唔会有啲咩大问题。Gameplay 就 Black Ops 一模一样，爆机唔系问题，问题系冇钱买嗰部新机。哇，你难到咧，一年一只多数都系服噶啦。Fall 四我最少应该玩3个月。唔知咧，我尽量狂煲煮先啦，快快脆脆玩完嘅得唔得？日本咪又系咁，好卖就不停出，好似人中之龙咁。其实唔系乜嘢，唔系咁样嘅，即系我自己咁样睇啦。即系作为依家，即系我自己做游戏业啊，做咗一段时间，依家又系半个记者咁样啦。咁即系虽然话，可能系即系咁样听我字面上咁讲，就好似帮 game 厂讲嘢咁样。但其實係，即係依家嗰個開發費用咧，其實越嚟越貴啦，大家知道。咁同埋請啲好嘅技術人員啦，即係大家又喂大咗個胃口咧，係咪？即係如果依家你俾翻啲可能二三線嘅遊戲你咧，你唔會玩嘅。你起碼又要大作，又要好玩，係咪？咁但係大作嘅時候，大廠佢可唔可以承受到用即係可能幾億去開發一隻遊戲，然之後唔收得咧？問啲咯，我覺得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大廠佢哋玩嘅嘢啊，或者做嘅事情咧，都係比較傾向翻原即係個系列係點樣，佢就 keep 住都係咁樣做咯。即係所以如果你要 expect 啲大嘅，即係新嘅 gameplay 嘅，咁其實你會揾啲 indie game 會比較好啲。咁如果嗰個 gameplay 好玩嘅話，好快就會有大廠抄走佢，就好似某一隻 Scram 唔知乜嘢嗰間公司咧，嗰只乜鬼嘢。我唔開名啦，嗰只咩啫根乜鬼嘢 builder 咧，系咯，你知邊只？唔覺意就抄咗 Minecraft 走啦，係咪？跟住又包翻個靚仔乜嘢 Crisis 嘅一個，唔係 Crisis 乜嘢 Quest 嘅一個 IP 落去，即係我冇將 Dragon 同埋 Quest 兩個字加埋一齊講，所以 suppose 大家係唔應該知道我講勇者鬥惡龍啦，係咪 ？OK， 咁所以我都唔好講太多啦。你估再有沙漠咩？沙漠佢依家又喺日本又籌緊期第二鑊啦，咁佢依家就籌到差唔多650万嘅美金啊！咁所以如果巴打話喂，咁係咪唔 OK 咧？即係咪話大廠一定唔會做依一樣嘢咧？
咁一半半啦，因為其實今次出沙漠嗰間廠就已經唔係 Sega， 佢就將呢個 IP 賣咗，即係或者借咗俾另一間新嘅開發廠去做啦。咁所以如果成件事係炒咗嘅話咧 ，Sega 係唔需要負責任嘅。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係集資攞翻嚟啊嘛啲錢，所以就算嗰間廠炒曬咧，沙漠個 IP 炒咗咧，佢哋都係覺得冇問題。呢、這個唔係咁多有呢啲咁樣嘅機會咯，我覺得。所以依家即係打機有少少係預購嗰隻 game 咁樣先咯，咁我自己就會在呢個遊戲廠方面留意多少少嘢啊，即係留意翻呢個遊戲廠 O 唔 OK 啊，等等等等嘅嘢。咁如果唔係咧，咁就咁睇咗個 IP 或者睇咗個題材，然之後就轉頭即刻再去買嗰隻 game 咧，好似有啲蝕，我覺得。Dragon 底線唔係無雙咩？嗰只無雙出咗㗎啦，嗰個已經係之前出㗎啦，嚟緊嗰只係 Minecraft 嚟。Sega 嗰陣用成億嚟開發沙漠，嗰個成本記錄要去到 GT 4先破到啊 ！GT 4咁已經係差唔多係。八年啊，七年定八年之後嘅事咯。咁所以即系 Sega 嗰陣諗住用沙漠嚟救 Dreamcast， 所以 Sega 就即刻收咗皮嗰陣，跟住 Dreamcast 都執埋粒，即刻停產。所以你話點解啲大 game 公司唔夠膽亂嚟咧？就係咁解。Dragon 底線 Builder 係啦 ，Dragon 底線 Builder 或者底線 Quest Builder。嗰間廠就係 Scran 底線或者底線 X 咁樣咯。歐社咁搭水，歐社嚟緊都會推 GT 6啊，咁佢就亦都已經提咗啦。咁佢就話嚟緊五年咧就會開發一隻全新遊戲，就係 GT 6啦。咁個地圖咧就會係今次嘅兩倍咁大嘅，而玩法咧即係或者個地圖咧就係希望可以將成個美國帶到入遊戲入面啦。咁但系点样成个美国，但又唔系好大咧？咁可能系好似 Assassin's Creed 咁样咧，喺唔同地图穿穿插插咁样。好想玩 Power Stone 3啊！阴公猪 Power Stone 已经收咗皮。五年之后系啦，五年之后会点样咧？五年之后大家玩咗乜嘢咧？可能嗰阵已经入咗去玩。其实我自己就买咗只 Star War 啊，咁我亦都等紧下年年头嘅时候咧。Oculus Rift 一出咧，我就即刻買 Oculus Rift， 然之後就淨係打沙鍋，以後唔開台，有冇得諗？喂 ，Hi 小生 CEO， 主線5做好啲啦 ，GT 5真係冇幾字。其實 GT 5我覺得係有個好新嘅嘗試喺度，佢用咗三個唔同嘅角色啦，亦都可以俾玩家隨時穿插三個 character， 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同 character 有一個多線嘅發展啊。咁其實依一啲全部都係一啲好新嘅玩法。同一時間 ，Rockstar 佢亦都第一次係將自己嘅遊戲同手機 App 有連動啦。呢啲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新嘅嘗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又唔係成日要話佢話，誒嗰隻 game 即係可能個故仔唔夠正，但你諗翻其實 GTA 花咗好多唔同嘅新嘢入面，係咪？咁你唔可以單純係因為個故仔爭少少就抹殺咗人哋五年嘅努力，我覺得唔應該係咁。但系 Microsoft 唔会告 Q 佢哋咩？好难讲呢个真系，因为其实 gameplay 呢啲好多都似噶啦，系咪？就好似《Puzzle and Dragon》同埋《神 X 之塔》咁样，大家都同一个玩法，你大家都告唔入。三部本身系 Sega Saturn 出嘅 ，Saturn SSD 能够做唔到，所以之后就褪咗落 DC 啦。但系三木收皮之后，佢成个 engine 其实放咗落另外一款游戏度。类似嘅 engine 佢就放咗落《人中之龙》度，咁就喺 PS3 度再出过。因为嗰阵讲到好巴闭嘛，讲到沙漠咁，永远只会系 Sega 嘅游戏独占，跟住 Sega 一收咗皮，又唔可以即刻认衰仔嘛。哎呀，我哋沙漠收咗工啦，唔掂啦，可唔可以借你部 PlayStation 嚟出嗰只 game 啊？唔可以咁样，所以佢就换咗个皮，就将。系咪版本龙马？月前龙马定唔系月前龙马打网球喎？就将因为我自己冇玩人中系列，所以我 up 唔到啲名出嚟。
所以就将呢个人中系列系啦，即系总之成个 engine 就开发咗全新嘅游戏，就系人中之龙啊。收可唔可以一齐玩？当然可以啦，冇问题。系同生一马喂，唔该晒迪基啊。P&D 冇 MS 咁有钱去告人啩？呢个真系唔知啦，我自己又觉得呢个好期待啊。同生一马嗰位巴打就叫做，另外一个咧，另外有个鲤鱼喺后面嗰个咧。人中嗰时 PS 嗰时系 PS 2二一好中，唔系好明咩叫二一好中。执翻个支枪先，嗰个系锦山。其实我都有啲想玩啊，其实人中之龙。真岛五郎嗰个叫做锦粒咩嚟嘅锦粒系我唔识嘅，因为嗰阵 hi 我喂 hi key 啊二三四，下年玩一嘅 remake 啦，即系人中之龙极啊嘛系嘛，其实我识玩唔使你再搞多一次。但好似劲抽咗呢班人，即系起码打头唔系一枪死。诶、欸、，sorry， 原来打唔中个头，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成个礼拜冇玩，唔记得晒就系点揿啫。机关枪两碌 ，OK， very good。Hi， Aaron Yan 就说 Hi， 嘻嘻，好耐冇见。锦生同埋童生就好机，因为佢有头盔。上次好似冇噶嘛，啱啱玩咧，即系佢哋冇咁多，冇咁重甲噶嘛，印象中。一阵就会多咗一条片，圣罗兰表示好，我阵再睇睇，好嘛？冇错手飞彩，我今日尽量唔飞啦嘛。喂 ，Hi Gary Lock，How are you？我冇灭声器喎，呢支枪。佢個個都有頭盔咁，我要點算咧？近戰落去 CQC 佢哋，我會行出去做你啊！左門嘻嘻，右門 for out blue， 咁正啊！點解你個個都可以丟門？喂，射佢！快快快快，快啲啊！假蛇叔。我系咪今日谂住唔爆机？话你讲呢啲衰嘢。头先支枪原来唔够力啫，依家够力之后咧就可以一炮打落去。佢都有个栏隔住，我觉得好难瞄。我哋有冇嗰个镜啊？望乜鬼都冇。佢邊度都見唔到嗰啲人嘅，哦，點解你會覺得我今日會唔爆機呢？我哋今日個進度咁優良，咁優越，點睇都爆到啦嘛，家陣應該都應該爭唔係好遠嘅，因為，喂，唔好耷低個頭。我聽到最起碼就有兩三支槍射緊我啊！拍啦拍，拍啦拍，拍啦！搞掂，叮，完成，就完嘅啦！小西瓜師表示，執多幾支槍先。跟住落嚟，我唔係好記得點打。跟住就有架車撞埋嚟啊嘛！大堂好似得六個人啊！我清咗啦，揾完未啊？喂，其实科系咪真系咁好玩咧？老老实实，
我見大家對 4O 的愛咧相當之犀利。4O 一出嗰陣咧，我喺高登個直播台咧，即係嗰個 forum 入面咧，我見到超多人玩 4O， 個個台都有玩 4O， 我心諗有冇咁誇張啊？最誇張係結局未，因為有新更新啊嘛，有個新更新，只要你打跨人個關11次，你就可以咩啊嘛，你就可以叫翻跨 BB 出嚟啊！好好玩，系除非唔系，我就嚟将系除非唔系呢句说话咧 list 咗做嗰个 black list， 一有人打呢句嘢，我即刻叫宣传而 ban 咗你，处理晒你哋乱咁噏。科欧好玩在系故事上面，就并唔系游戏性上面。你喺电话度有玩科嗰只 game 啊？嗰只我其实玩咗一段时间就冇玩，因为佢 keep 住啲人个个都好唔开心咁样，我唔知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开心啲咯。佢哋个个都话劲唔开心，但又有嘢，又有好嘢食，又冇曱甴，又有嘢俾佢玩，又有 restaurant， 又有开饭，又有水，又有足够嘅电，最紧要就系有屋俾佢哋搞嘢，传宗接代。完全唔知道点解佢哋个个都话唔开心，真系好高要求。你已经有200人啊？喺嗰度，我嗰度唔知得30几个人咯。冇水有冇有问题？有水啊，有水有电，有嘢食，有屋住，仲定期派啲人出去添。我但系就唔知点样令到佢哋开心咯、啊。可能佢哋冇 network， 冇得上网，冇得睇游戏直播，所以个个都好唔开心。要 rush the room 啊？点样咩？点样 rush the room 啊？真系，我唔系好明呢、這个，可唔可以用一个冇咁专业嘅字眼教啊？我稀睇咪唔开心咯，系，我觉得系。我转头 download 翻只 game 先。你有冇关系嘅？即系两只 game， 即系有冇啲咩联动嘢嘅？喂，我唔系好记得呢个要点玩，佢要射嗰啲乜鬼嘢？滅火筒嗰啲啊？邊度滅火筒？科你同你個 friend 一人玩咗兩 pack 石，要貨金嘅咩嗰隻嘢？我見好多嘢送喎嗰陣。原來一行去門口嗰度 ，on rush 就會快啲生產水電食物，但係哦，我要 rush 嗰啲房。哦，原来系咁。你觉得如果有得睇佢，如果有得睇我咧，啲人嗰啲负能量就会上升，跟住佢哋即刻会劲有冲劲出去探险，系咪？跟住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新嘢翻嚟，啱唔啱？我觉得有得睇游戏情报科即刻会正。嗰晚有个巴大高登个 post 话睇游戏情报科咧可以，佢话会追翻晒所有游戏情报科37集，即系即刻有其他巴大话做咩啊美剧咩？我心谂游戏情报科系算系新闻嚟噶，你追翻冇用的。呢段唔飞得噶嘛系嘛？你哋有冇睇 MythBuster 嘅习惯？即系或者有冇睇过一集咧？就系话。嗰啲吊線咧跌落嚟咧，以前大家讀書嗰陣咪會好驚咩？吊線跌落嚟會鋸死曬我哋，好似頭先個直升機咁鋸開曬啲人嘅。但係其實 MythBuster 講過話，其實鋸唔死啲人嘅，嗰個吊線揼落嚟嘅時候，佢都唔會好似喺嗰啲電視劇度揼咗個螺旋槳落嚟，然之後瘋狂打轉，然之後鋸死曬全部乘客，唔會咁樣嘅喎。Rush the room 即系咁间房都咁 rush， 原来如此。你讲得好好 ，Alpha 啫嘛。你讲得好慢，乜嘢叫你讲得？我讲得啲乜嘢好啊？睇个登月嗰单嘢系真定假？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系骑追，点解突然间跑得咁快，好似冇加速器咁样？都突然间咁鬼快行得？你话其实 Kurami 自己都有。心中有數，知道，唉，其實都睇過，可唔可以行快啲？佢話登月係真嘅，遲下直播可能有人播遊戲情報科，即係開台播遊戲情報科啊，跟住 keep 住喺度 run。一年之前嘅新聞都好睇。Rusty Room 其實係衝間房，
哦，原來係咁。因為我嘢食嗰啲樣樣都爆曬，但係唔知點解就係啲人好唔開心咯。原來係咁樣，我暫試下先。遊戲講得好，咪由頭睇多次咯。射條叮叮先，反正都會死嘅啦。你，我朋友啊，傻豬豬嚟嘅，你咁想可以搞得掂我？上車啦你！我想拆咗莫拉依個崩帶嚟睇下，睇下係咪一樣樣嚟就我哋。其實你係咪真點射縮啊喂？好人好者无啦啦，你唔会救我系咪 ？Mila 又跛咗只手，断咗只脚，你又唔会系山猫啊？山猫应该拎双枪好有型咁，叭叭叭咁样噶。喂，嗨小维你啊嘛？你系咪唔跟啲人嘅能力分火？唔系啊，有跟啊！啲人做啲咩咧？我放翻埋一齐咁样咯。咁当然佢哋嘅生殖能力好嘅话，咁我就将一条友，然之后放咗好多条女落同佢间房度。游戏情达科应该喺 cinema 上，讲游戏情报科都要加个达字。呢条友你边差个 Alan Yang 我真系记住你，唔系系 Aaron Yang， 你即刻走，你离开呢度。你同 Sammy 嘻嘻一样，都系隔篱台打手，系咪都要加个达字？你走，即刻走！你玩嗰时将啲废男送晒去死，留翻个 C 加个十一个男人，喺度同啲女人打总。开心到唔够高，你就要拎佢去休息 room 度 hea 下。但系我全部人都唔开心喎，问题系唔可以生得太多仔。唔系莫拉伊死咗咯，你都将啲废柴拎晒去死啊！咁冇人性啊嘛，你哋。你可唔可以解释游戏情报科你点解打咗做游戏情达科？你讲得通嘅话，我放过你。你有冇解释 ？Truth， 我仲未见到个 truth 喎，大佬。我又话有段新嘅。动画俾我睇嘅，《雪土的新动画》没有了。学海无涯，达者为先。你都唔识中文，学海无涯下一句边就系达者为先。学海无涯下一句系回头是岸啊，年轻人。你同我讲喺度抛书包。都打咗 N， 乜都要加个达字啊！你成班，我而家即刻打俾佢，同佢讲你班你啲观众走嚟我度搞事，咩事？系咪玩嘢？林生，你咪玩我？你睇佢中咗十几枪都冇事，冇啦！呢度都系咩料 ？This way, boss. Hurry.boss 呢边啊，快啲！我都话木乃伊先系真正嘅 boss 噶啦，我咁醒。你睇下山猫嗰条契弟，留我喺度死。你同佢 WhatsApp 紧，你同佢讲希治阁叫佢食屎。Use that bike. 用嗰架电单车啦，我哋已经搞掂晒，你可以随时走到啊。你唔使特登俾咁嘅声效喎。I'll handle the rest. 其他嘢我会搞掂噶啦。嗱，俾你。That's your name as of today. Big Hey Boss. Best change your face too.呢个就系你嘅新身份啦。He'll take your place. From here on, he's Snake. 好啦，
依家開始大家就交換身份，由依家開始佢就係 Snake。He believes it too。而且佢都會相信嘅。Boss, the whole world. 好啊 ，Boss， 全個世界都想殺死你啊！唔使咁擔心，我條可以搞得掂啦。Quickly， 快走啦！你咪唔記得咗啲嘢？我哋遲啲會再見啊！主角其實受了重傷而已，其實他還未死的，這個就是真點蛇叔。真點蛇叔他其實就著了草，之前打完任務回基地的時候，三貓給了一支雪卡尼，你沒有吃到，又冇嗰只角嘅，點解？因為有隻角嗰個就係假嘅 Snake 嚟嘅，即係個替身嚟嘅。冇角嗰個先係真點蛇叔嚟嘅。呢個係補完翻佢故仔嘅咋。跟住佢就俾好多劇情我睇，完嘅啦。喂，不是這個樣子吧？故仔呢？吓？喂，唔系啊！佢出字幕喎，唔系咁啊！僆仔咧，咁嗰个阿 Liquid 咧 ，Liquid 佢揸咗架 Metal Gear 走，咁之后点样啊？又唔理啊！嗰个僆仔，咁静宝宝，静宝宝唔见咗，又唔使理啊！其实主角就喺架车度一路诶、哎，喂，即系点样啊？喂，唔关俾人屌啊！只 game 呢段系故事嚟嘅啫，系嘛？未完啊，系嘛？我未啊，扯下声咩？From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出賣世界嘅男人。我冇時間啊！我就是幫 boss 擋嘢嗰條友，原來如此。Now do you remember？ 點啊？你而家記得翻未啊？你到底係邊個？你到底要做啲乜嘢 ？I cheated death thanks to you。
我可以逃过死亡，全靠你啫。多谢你，不过顶咗咁多嘢。You have to. You've written your own history. 你都有噶，你都写咗你关于你嘅历史，做你嘅人。Big boss, and you are too. 我系你嘅 big boss， 而你都系。He's the two of us together. Big boss 而家开始系两个人啦，系我同埋你。咁到底我今日会做啲乜嘢？呢、这个故事，呢、这个传奇就系我哋嚟开创啦。我哋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我就系你，你就系我。我会同你一齐，无论你去到边度都会。多谢你啊，我嘅朋友。由而家开始，你就系 Big Boss。突然间我啲英文好咗咁多，你哋会唔会以为我系咩？我偷玩咗，所以我预先预读晒所有嘅剧情，所以可以译得咁快。自此之后，你哋所有 game 都叫我用英文嚟玩，濑嘢。咩 operation 系咩嚟嘅？佢想洗咗盒帶啊！我係 V 希，我都知 operation 係嘅行動，但係嗰個係咩嚟 ？operation 1171係咩嚟？可唔可以解讀一下？因為我對依個系列其實真係唔係太熟，能否教教我？高數細佬，什麼是 operation 1117？唔係1171 ，sorry。哇！点解我只墙，我只墙，点解我只角墙咁乸多嘅喂？Outer Heaven 系咪即系我哋嗰个 Mother Base 啊？我想问，即系呢个系博洛第一集度嘅，哦，哦，好似明咁样咯，哦，都系明，哦，原来系咁，系咪好讨厌嘅啫？哦，明白晒，唔该晒，唔该晒。唔系，真系唔识我大佬啊！你唔系 expect 我一句嘢，大家讲两句就知道明晒。Diamond Door 应该就系 Outer Heaven 嘅前身，原来如此。静静都未揾翻，我哋不如去揾翻静静先啦，好嘛 ？Skip 得噶啦呢个，即系假蛇就应该系我哋啦，系嘛？即系呢个呢一集嗰个大佬啊嘛，系嘛？咁其实。照咁樣講翻嘅話，其實成個 Metal Gear 嘅故事應該就完整噶咯，啱唔啱啊？即係已經解讀翻，解讀翻即係點解有假蛇啊？咁 Liquid 係咩東西嚟啊？即係 Liquid 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啊？點解有Metal Gear 啦、啊？等等等等嘅嘢，係嘛？可唔可以跳先？我想問呢一段。哇、哦！一個鐘啫喎，咁我哋打埋咩啊？打埋靜靜嗰、那個。如果冇估錯，其實小都係想 reboot 翻 Metal Gear 1同埋2嘅，因為其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啦。Metal Gear 2其實有兩隻噶，你到底仲等緊啲乜嘢？如果 Boss 有啲計劃，到底係咩啊？真正嘅 Big Boss 已經離開咗我哋。咩話？新嘅國籍？呢個新嘅軍隊國籍？在真正的 Outer Heaven， 哇，大佬解读唔到啊 ！Big Boss form 咗个新嘅嘢叫做 Outer Heaven 啊，佢喺度讲。It'll be an army, all right, but more. Big Boss is building a nation.
揀翻點解有兩個 boss？ 我想打埋靜靜先喎，反正我哋今日 OT 都冇所謂啦，係嘛 ？Skip 埋你先，唔想睇字啊！拜。Shadow Moss 係咩嚟噶？今次 TPP 又整咗 Open World。有 S 加加喎，我哋啲人，但我都唔会再玩啦。我老实，我啲语文能力真系下降。喂，大佬佢俾咁多咁专一嘅名词，我真系拗晒头，完全唔识啊，大佬。呢啲系要嚟 support 翻 Out Heaven 嘅。日前色情影片分享网站 Pornhub 根据数据指 Fallout 4发售当日Pornhub 人数大幅下降。我哋打埋正常嗰个任务先好唔好？150咯，系嘛？好嚟好去啦，我哋做埋今次任务，我哋就即刻开。Four hour， 然之后整个新人啦，好冇？冇得你唔好啊！好啦 ，go go go，last 个任务啦。DCV 有冇公告 ？Konami 逼走咗小岛，完全同摇钱树作对。其实 Konami 有试过将 Metal Gear 俾其他人去处理嘅，你哋知唔知啊？你哋如果唔系太清楚，唔系太了解，你可以去 search 澳厂长，即系骄傲嘅傲，冇企人边。廠係工廠嘅廠，長係廠長嘅長咯，係咪？咁佢就講普通話同埋用殘體字嘅，但係佢就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網路人啦。佢係集合咗唔同嘅遊戲嘅資訊啊，過去以前嘅新聞啊，咁再用一個簡單輕鬆嘅方法去再做出嚟，嗰個係好犀利。你可以揾翻澳廠長同埋 Metal Gear 解讀翻 Metal Gear 嘅故事，即係佢背後嘅開發嘅故事。咁我谂十零分钟同古阿莫嗰啲差唔多嘅，认真奥厂商真系好嘢。全部都失败。Metal Gear 第二集有一个鬼老板咧，系都系唔系由小岛秀夫去做。睇下先，我哋而家要做啲乜嘢？我唔需要啲咩 PF grade 嗰啲啦，最后一次开 game 啦，老老实实。OK， 得，咁我哋就做埋咗任务先，我叫埋 Didi 落嚟帮拖。D-Dog， 够 quiet 嘅呢个任务就整核弹啦，一集喺个船度打嘅。Metal Gear 源自小岛呢一个日本厂嘅眼界问题。放心啦，快宝宝，今日 Uncle 会救翻你出去，我一个人。Buddy has arrived. 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喂，唔好揈嚟揈去啊！人要福薄啊，巴打。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complete. 以前阿常 Miss 成日喺度讲啦，唔好摇嚟摇去啦。我依家知点解啊？行前多几步啦，你。应该就开始有，喂，有冇咁难瞄啊，哥哥？Metal Gear 系睇透咗成个世界嘅发展局势，其实系好犀利嘅。Metal Gear 呢个古仔，其实即系你依家今时今日你套翻落去现实个社会度咧，其实都好多都好准。同埋小岛秀夫其实佢喺十年前已经预测过今时今日个游戏嗰个世界发展会大约系点样。
日本廠依家除咗識整自己嘅遊戲之外，就冇其他嘢啦。我撳錯掣添 ，sorry， 冇針，真係。雖然冇人信啊，依家今時今日，我而家殺人應該唔會有人覺得我真係撳錯掣。Where are your friends? The map is being updated. Spit it out. 冷戰地區衝突資訊控制代理代理戰爭。趕收工爆泄，我打得快你哋又唔高興。我打得慢，你哋又话我拖住嚟玩，你讲晒啦。系咪先？之前你成日喺度话我打得好慢，话我卡关。用错枪咧。sorry 啦喂，唔觉意用错支枪啫，唔使咁样嘅。Enemy presence detected. 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我觉得佢唔停低喎，呢条友。喂，你走去边啫？108000里长征啊！你跑咁远，播咩啊？你食屎啊！你都车晒啲人走先。咩 ？Metal Gear 太多独特嘅风格系来自小岛，先唔好讲剧本啊，成个气氛同世界已经包围住佢嗰套反战。其实一个好的 producer 真的差好远嘅，老实第一只游戏，即系好的 producer， 好的 game design， 同埋老实啦，我自己做 game 都一段时间，我都冇见过一个叫做人啦，可以贯穿晒成只 game。其实呢件事系好难，亦都可以咁样讲啦。你可以叫佢做系佢好所有嘢好上心，第二亦都系。我會覺得其實成個 team 太依賴同一個人，老實咁樣講，即係所以好危險。啲危險化就係嗰人一走嘅時候，你成個系列就會冇咗。就算你個 IP 做到幾勁、幾犀利都好，大家都知道，當你冇咗嗰一個人嘅時候，你嗰個系列已經唔係佢，已經唔係嗰件事。就好似小島秀夫同埋 Metal Gear 嗰個關係咁樣，就好似踢波咁樣，冇咗一個 player 就已經唔係嗰隊波啊！我唔识佢呢个真系，球星大过球队啊！可唔可以咁样讲？佢话喺入面嘅，而间屋咧喺度，系咪依间啊？唔系我背脊有间屋呢间。依家讲冇咗小岛秀夫嘅 Metal Gear 六可唔可以成功？言之尚早嘅巴打就话，其实唔系第一次啊。You see any intel files lying around？ 嘻嘻个唔系嘻嘻开，系嘻啲我嘻数开都唔同。好似嘻字有波就已经唔系嘻字咁样，你又讲得有道理啊。但系嘻字退休啊，听讲。Intel file obtained. 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系咪搞掂咗啦？小岛做生招牌系有少有嘅独特例子，不过一个 producer 可以控制到大方向 ，set up 判定边一样元素系，喂，隐退啦！哎呀，呢次隐退啦，点算啊？冇啦，世界末日啦！啊！
我系咪要咁样讲？其实我自己麻麻地。boss， 根据你嗰份文件，我哋已经揾到 Quiet 嘅位置啊。Quiet 俾人捉咗去依一个咁样嘅地方。你用你嘅方法去潜入去啦。除非小刀违纪定安咒，喂，老老实实，如果咁样俾人烹走，你会唔会咁好死，将所有嘢放翻低，然之后喺度话，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我完成呢个系列，我梗系唔会啦，系嘛？真系三六九啊，老老实实。你收聲啦！点解我 Metal Gear 一时中咩事用翻英文？因为嗰个系一个旧版嘅汉化嚟嘅。头先嗰段嘢大概系点样咧？因为我唔可以每一句译晒，因为以我嘅英文嘅程度系相当争啲啊。咁我就话过啊，阿 Quiet 就走咗。咁点解咧？因为佢其实佢身上面咧就有一个英文嘅声带虫啊。咁其实嗰个老板之前都话过，喂，不如我医翻好你啊。但系佢就麻麻地喎，佢唔肯喎。点解？因为其实佢一部分咧。有一部分嘅佢仍然都好想復仇，好想殺死蛇叔，但另一部分咧就其實佢好愛，佢對蛇叔已經有一個特別嘅感情，佢亦都唔想影響到大家，亦都唔想將呢件事傳染到俾大家，所以佢就決定自己一個人離開呢個鬼地方，帶住最後嘅英文聲大蟲。所以最後喺必要時，我哋一係就殺咗 Quiet 寶寶。一係就救佢走。呢块宝宝会被人困住嘅，有三个男人喺同块宝宝一齐出嚟，喂 ，What are you doing？ 刚才是买块宝宝。手機 game 彈起，而家日本廠全部轉態，呢一個其實有關遊戲業嘅嘢，我哋可以再討論一下。我可以俾多少少即係關於遊戲界嘅消息啊，或者資訊大家。即係點解咁多廠日，即係點解咁多日本嘅廠突然間轉態去搞遊戲手機 game 咧？其實係有原因嘅，即係大家可能覺得純粹係賺錢，但係其實都唔單止係依一件事。扮浸死，因为着咗衫之后，夸张宝宝会好焗咯。佢想除咗条裤强暴夸张宝宝嘅时候，好可惜啊，唔好意思。想奸尸太迟咯。
扯翻条裤俾佢透气。见到我觉得痛啊嘛，嗰个位哇，好痛啊！冇啊，怪冇冇，对唔住啊！痛啊！见到我好痛。頭先 Felix 提過咧，你話即係可能 Force Engine 以前係想做手機或者係多平台嗰樣嘢咧，因為其實依家依一個平台發展得好快，每一日都喺度 keep 住改變嘅時候咧，如果你一個平台，即係如果你淨係一間公司出一個即係叫做你唔可以叫主力發展 Engine 嘅項目或者事業咁樣啦，你去同一時間去開發依一樣嘢，然之後同世界上面其他唔同嘅 NG 去抗衡咧，其實成件事嗰個開發成本啊，同埋嗰個有機會做到嗰個風險係相當之咁大啊。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如果你要講 engine 要講平咧，佢哋依家即係你會即係如果你留意過 Unreal 或者 Unity 咧，依兩個最大即係最常用嘅 engine 係勁癲。一來佢哋已經開始係走咗向免費嘅方向啦，俾啲人免費去用啦，到你去有一隻 game 有收入嘅時候，先再去分擔嗰個成本啦。咁如果你係話，與其你養 team 去做，定係話係用外來 engine 咧，外來 engine 係方便嘅。咁但係可能有啲嘢冇咁 customize， 冇咁 tailor-made 嘅。但係如果係即係好似頭先你咁樣講，日本廠有弄權啦，然之後又會係搞好多小動作嘅話咧。與其係養條 team 喺度，養可能幾十人去命聽一個 engine， 咁不如用翻街 engine 其實仲好。再者 ，Unreal Engine 其實已經係今時今日啦，喺世界上面算係數一數二真實嘅一個 engine 嚟，同埋所有嘢 real time count， 即係 real time 計啊，所有嘢係會好過，亦都係快過其他大家常見嘅 engine 啦。即係如果你睇翻 Unreal Engine、Unreal 四點幾 engine 嘅一啲demo 咧，你會見到佢哋啲光暗啊，哇頂你個肺 ！sorry， 嗰啲光暗啊，或者係元素啊、element 啊嗰啲嘢係做得非常之咁像真。咁難聽啲講，真係難分真與假啊！嗰一件事。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即係作為一間遊戲公司啦，即係我自己係之前係做 PM 嘅，咁以前啊越講越多添。咁所以我係覺得，即係如果你係要嘥咁多成本去 take 一個 risk 去拎住一個 engine 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第二就係點解要做手機 game 而唔做console game 咧？一來就係手機 game 個開發時間好短咧，基本上你三個月到半年咧，大廠就一定嘔到只 game 出嚟啦。但係如果你講翻喂 Metal Gear， 你開發幾耐？講真，你冇翻三到五年咧，係搞唔掂啦，係咪？咁但係你要諗下喎，三到五年係一個機會啫。一個機會會成功啫，係咪？你同埋你件事係要拗三到五年，你可唔可以 guarantee 到一隻 game 三年到五年之後都仲係好多人想玩啊？哎呀，個三年到五年之後都好多人想玩先，係咪？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投資，亦都係好大嘅風險，所以有好多廠依家已經開始冇咁
承受到風險的時候，大家已經開始係轉向係玩手機 game 啊，又或者係開發啲冇咁大成本，亦都冇咁大製作嘅遊戲啊。所以你而家開始見到嗰啲咩3A 遊戲，其實買少見少。呢度打好耐啊，不過就話翻住傾偈添。Unity 冇眼睇 ，Unity 其實好犀利。Unity 呢個 engine 係真係白痴都識用，佢係好。如果你係講點樣令到一個遊戲即係今時今日啦，依家好多 game 嗰個 gameplay 係好出色啦，但係畫面唔得㗎嘛。但係 Unity 出現咗之後，係令到好多細嘅 indie 廠係可以開發到自己嘅遊戲出嚟。呢個係幫咗好多細嘅廠，即係雖然你可能話，Unity 垃圾嚟一件事又肉酸係咪？咁但係無可否認，佢真係幫到好多好多呢一個係。咁亦都係即係點解近呢幾年手機 game 或者 3D game 係發展得咁快啊？呢因為其實係幫咗勁多啦，老實。香港公司一年都出唔到一隻手機 game， 因為真係好老實。點解我自己要轉即係依家唔做即係遊戲公司 PM 咧？即係因為老即係最主要係啲老細啊。香港咧老香港咧嗰啲商家個個都係咁樣，又要驚投資，又要有錢翻。样样嘢最好就唔使投资，嘣一声搞掂晒，系咪？最好就俾一蚊赚三蚊就最好啦。如果同佢讲俾一蚊赚翻一蚊翻嚟，系咪打个和赚个名都唔得？唔得。呢、這个就系我哋香港伟大香港老细嘅谂法啦。转火箭炮好，立即转。所以有很多時候不是說香港的人想不到一些好 game， 其實我自己認識很多人，我自己認識很多不同的香港的 developer， 其實他們的 idea 都很棒，很多都很特別很新奇，但根本的老闆就不肯投資。還有香港你永遠就會覺得你抄就可以，有些老闆會覺得你抄就 OK 了，這樣你不用什麼很簡單，什麼都覺得很簡單，什麼都覺得不值錢，技術在香港是不值錢，有沒有人聽過說，有沒有人聽過這句說話？香港來說你做所有技術是不值錢，你做 design 也是不值錢，因為做 design 很簡單而已，整兩個 logo 這樣砰一聲搞定是不是，接著明天起貨，是的No 三六九，我谂应该都系做啲 creative 行业。仲好多香港人，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唔系太，即系你见到本地出产嘅嘢咧，就麻麻地。早两年都会觉得，哎，本地生产旗号，本土制作都仲 OK。依家啲巴咧已经开始觉得，你咪又系打住本土制作四个字嚟呃钱。喂，大佬啊，所有嘢都系钱嚟嘅，买 software 系钱，开发费又系钱。香港人就会觉得所有嘢你。唔係錢嚟㗎，所有嘢都唔使錢㗎，係咪？買隻 game 唔使錢，上網睇漫畫咪得囉，係咪？漫畫又係唔使錢買，所有嘢都係唔需要錢，唔需要資源，唔需要成本。你冇玩喎、啊、大佬啊，仲想聽日收工前都出貨啊，六點前都俾好啲嘢我啦，係咪？標兩隻 3D 出嚟，唔好諗，立即標。同老細講唔係啊，老細標唔切啦，標唔切，你講少幾句廢話咪標得切囉。系嘛？嗱，你睇下即刻勁多做開創意嘢嘅巴打出嚟。唉，電商唔使諗啊，唔使時間排位，黐線啊！我真係覺得。點解我係預知嘅？哇！好似火箭炮，你俾依支咁样 ，cam 我做乜鬼？翻工自备 CC 嚟翻工系常识吧？黐线啊！真系，香港做 fashion 都系一样啊！辛苦晒，真系，我觉得喺香港真系做乜都死咯，老实。火箭炮。呢一支 ，C C 唔使錢啊！你答佢，你標俾我睇啊！我標到我唔使請你嚟翻工啦，係嘛？老細點解咁樣講？喺香港做創意產我食屎！啊 ，Hi Falcon， 好咁，我依家所以我依家轉咗工之後好咗好多啦，成件事冇以前咁淒慘，以前真係直頭用可憐嚟形容。
佢俾只 game 咧，即系我以前就做 PM， 俾一只 game 我，跟住同我讲只 game 要下个月搵到钱。佢话老细要求要搵钱，跟住话 OK 啦，咁你想点搵法？跟住同佢讲，跟住话喂唔得喎，你呢只 game 要改边度改边度，全部唔改得，全部唔喐得。喂，全部唔喐得，你只 game 都死咗嘅，你接咗佢嗰个啦，系咪老黐线啊？你仲想点啊？要唔改？又要乜都唔准做，乜都唔使喐，最好就请多咗一个人。你嘅责任就系令佢搵钱，但系你可以做啲乜嘢？你乜都唔可以做。有病啊！真系老老实实，觉得香港啲老细都黐孖筋。好辛苦啊！在香港做创意嘅嘢，但系点可以攞到上面支枪咧？濑嘢啊！喂呀！支枪上面啊，我拎唔到啊！重新嚟一次先，掉多另外一支枪落嚟。反正我哋而家都无眼金钱，啱唔啱？大家好燥啊，劲多燥嘅嘢呕晒出嚟。如果你系做创意嘅话，不妨你讲下你自己翻工嘅时候有啲乜嘢痛苦啊，或者你老细黐线嘢，讲嚟听下嘅。喺呢个台度到底有几多班都系做创意做到转行？我以前读 design 嘅，讲真，所以有啲嘢我自己都知道。有时唔系话乜嘢，有时系嘅，有时有啲 design 系唔抵帮嘅，有时系懒嘅，好多人都。但系都唔系咁样啊，老板，未至于系。未知系咁样搵笨神，咁喺度恰 Q 我哋啩？啱唔啱啊？专行特读 design 就系做惨过做屎片，我依家咪转咗做唔同嘅工作啦，依家即刻。有支炮咧 ？Shit man！我知炮掉去边啊 ！suppose 头先上面人系啦，粪方就我觉得有少少问题，成粪好换咗佢，但系阵间开会三点钟开会要用啊，依家两点半，你有半个钟头改，半个钟头，黐线！我试过九个字答份 proposal， 最癫我试过两个字答一份，佢同我讲：喂，阿边个部同你讲话？诶，阵间开会要份新 proposal， 话咩新 proposal？ 听都冇听过，跟住佢话：诶，咁啊，咁唔紧要啊，你而家开始答啊。诶，几时要啊？喂，阵间三点钟开会要，三点钟开会要，而家望一望个钟，啱啱食完饭，两点几钟咯。你冇玩 Q 我，大佬，点做啊？黐线啊，真系，好痛苦。跟住嗰日又要 OT 落去做，总之就荷包唔使付出就得噶啦。傻啊，嗰啲老细，赚钱都唔收你啦，俾钱先要。癫呀！嗰啲人系，越讲越猛啊！大家开始，老细唔够美感，点样冇美感法啊？老细，但总之唔够美感啦，你帮我搞一搞佢。唔怪呢排我瘦咗，我就死添啊！呢排。做完啲客要改翻啲图，全部啊，咁样改少少啊，唔系你啊，咁你点解要一早唔讲清楚啊？问你有冇问题，系咪要依啊？系咪要嗰样？你又答系，问佢要乜春嘅啫，佢最叻讲系，我系你屎忽啊，系咪咁讲？即黑色，我需要 careful 啲。啲客點會有 sense 啊？有 sense 啊，唔會係客啦，係嘛咁樣？打爆你個頭啊！斬！我而家將所有嘅嘢發泄曬落嗰啲坦克車度先。食屎啊！要我改十幾轉，又唔講清楚。問你要乜啫？你係。成件事唔 fashion， 好 old school 吓、啊，
嘅內友啊 ，old school。你咁撚叻你牌啊，吳家產。我當大家講曬所有嘢出嚟，係啦，依啲全部都係大家嘅心聲。問你有咩要求嘅啫，就係話你知，租出嚟份嘢又話乜乜成成。Red card， 紅牌，紅牌我冇用，紅牌我都照 X 佢噶啦。咩事啊？咁樣香港啲老細真係老缺老，點知香港啲老細，香港啲客都老缺老啊！唔理佢，總之拎走曬啲嘢先。Hi。Bye。逼走啲車先，其他嘢我唔理啊。盯住 boss。喂，盯住，哎呀！要用雞仔帽唔用，咪老細啲嘢趕唔趕？然之後唔趕嘅，你慢慢做，你做完手頭上面啲嘢先做嗰份嘢都得噶。跟住頭收工之前問你攞。其實要點樣啊？而家哇冇曬炮咯，拉屎法，咦？你著火啦，拜！要清晒三波敵人，我而家清咗幾多波啊？兩波咯，係嘛？有啲煙唔見曬，頭先好多煙啊！喂，起身啦！第二波有 checkpoint， 剛才咪有 checkpoint 咯。之前做 game 有 PM 或者 game 要2014年9月尾出，飙 model 飙到呕血。2014年9月尾出，你嗰只系？咦？我谂我知道你讲边只，系手机 game 嚟噶嘛？系咪踢波噶？系咪踢波噶？因为其实香港做。game 嘅來來去都係嗰幾間嘅啫，雞武器我踢波啊！我知邊架啦，九龍灣啊！我知邊只啊！啊！我知邊只啦，佢有問過我，佢叫我幫拖嗰陣，我話黐孖筋，我話黐孖筋嗰間，我話嗰個 IP 冇人識嘅。唔係啊，我直頭知係邊間添啊！相應時間，因為 set 就有提過係咩遊戲嚟嘅，因為我就唔記得咗。跟住我早排咧同另外一間廠傾過嘢咧，咁佢又叫我即係搭路幫手。跟住我問佢：喂，你嗰啲咩嚟㗎？你嗰壇嘢？跟住佢話就踢波 game 想出，但係佢話有個 IP 嘅，即係有啲嗰啲叫做。出名嘅叫做
即總之就有人，即總之有啲叫有個我唔知點先話俾你聽 IP 叫乜嘢。總之有 IP 啦，即有即有啲即有塊皮咁樣叫做，即有塊出名嘅皮咁樣啦咁。啊！我知邊家啦，係江蘇大啊，係。他拖了很久啦，上年找人帮手啦，他六月那阵拖了个开了 beta 出来啦，他的 game， 但是他没出到啊，他说搞不定啊。你殺死啊，你香港出的时候没人识你啊。你是哪个啊，希望识你啊那些。咁多個細，唔係因為香港做 game 實在太細啊，真係好細香港做 game， 唔係話講笑，真係好細，100人都唔知有冇，即係香港做嘅，唔係有嘅，即係10多間公司咯。即係如果你話嗰年出嘅 product 咧，真係傻曬，噏得出上年有啲咩 product 出？一陣嘅上一陣就落咗架嗰隻嘢。俾人插到飞天咯，只嘢！A 字头啊，你个 PM 系嘛？系咪佢？系咪嗰个啊？你话转咗 PM 啊？嗰只嘢？你有冇货金位先？有货金位，但你唔会货啊，又系啲抽蛋嗰啲嚟啫嘛。哇！頂，仲有第三波啊！喂，多句啊，有錢我們就任性啦，今日係嘛？俾你都唔玩，可能俾 A 字頭。好想知呢個 game， 踢波抽蛋。唔讲咁多啦，我咪事就得罪人啦，唔讲啦，够啦，斩真系有嗰度啲花打入咗嚟，我谂点算？唔知点解释。喂，志哥，你早几日吓开台串我 ？I shit！ Hey, quit kidding around！ 因为我好想知道，阵间静宝宝会发生啲咩事啊？你应该知边只？小我又知，行外人应该好难知啊！讲真的，嗰只 game 真系，你噏唔出个名，就算俾你噏到，你都唔记得嗰只系咩 game。真系认真，真系好难噏。我自己望完嗰只 game， 我心谂咩嚟噶？咩嚟啊？嗰只系。俾都唔会玩，即系送都唔要嗰只 game。个英文名一 search 就会，好惨啊！成件事讲到嗰个 IP 好劲啊，但系一 search 咧，但系就 search 唔到自己嗰只 game， 你话成件事几惨？真系劲惨啊！成件事，唔好再讲啦嘛 ，sell 我哋唔好再讲啦，真系，阵间真系开咗只 game 个名出嚟，真系唔系太好意思。真系问起我，哇！你上次都帮我宣传咗只 game 喎，跟住我就可以话嗰次系逆向宣传啊！唔系真系好难嘅，真系唔可以再讲呢个。够啦，我哋到呢度完啦个话题得唔得？完一完先，即系学翻人哋讲一句完啦好嘛？真系要完啦，好似。西方人包。唔会有人，我谂除咗我同阿 Set 之外，系唔会有人知只嘢。
唔係真係你講個名字出嚟，你唔識佢啊！真係唔識，你冇可能識啊！直頭應該咁樣講。我膽敢寫包單，你就算俾你 search 到睇到啲圖，你都唔識佢。我唔爆佢咪真冇可能會有人認真，依啲真心講。都認真打埋啦先。邊度仲有槍開炮打埋？呢架仲未爆咩？喂，窿曬噶咯你！呢度得一百廿幾條友啫，一百廿幾條友，你係散播咗第一批種子出去喎，講緊係。喂，你嚇死我定冇冇？唔係因為之前都係啊，只要你喺度講一句嘢咧，好快就會有人幫你流傳出去，唔使多，只要一兩個巴豆波流傳出去，我夠死，講真，我真係即刻唔使依行再立足。我希治閣啊！喂，一炮收我皮。喂，唔玩呢关得唔得啊？唉，算啦，我哋撤退啦，唔好再玩呢只咁嘅垃圾 game。拜拜。不过我哋上网睇归埋啲郑宝宝啲片算鬼数，得唔得啊？都话咗我知 RPG 好亏，哇，最劲系佢啦，我知道。我冇得再劲啊，尽噶啦，等我复后。follow 咪 follow 整人啦，好冇？我哋反正而家都系得闲，咁我唔推 post 啊，家阵。听日先开始玩嘅，但系今日就可以整咗个人先。咁我亦都喺今朝已经下载咗嗰只游戏啦。有好多巴拉多啊，因为follow 四啊需要 download 好耐时间，咁所以我一早开咗一次。我就將隻 game 騰翻落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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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如無意外爆機，爆咗啦！我哋頭先嗰個係 side op 嚟啊，唔介意嘅。好啦，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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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歡迎大家嚟到 Four Out 小天地。我成日覺得個 Four Out 嗰條友咧講嘢係依啲咁嘅聲。哦，安任意见开始我哋嘅游戏啊，我哋准备新游戏啦，好嘛？系咪要进行新游戏 ？Yes。郑宝宝嘅结局系啪啪啪，梗系唔系啦，我睇咗郑宝宝嘅结局啦，系咪？咁我哋亦都开定一个新嘅 dashboard 出嚟，准备阵俾大家投票啊。咁嗱，我哋今日因为其实整人咧就唔系我自己一个人整啊，系咪？我自己一个人整啊，好闷啊。咁不如咁样啦，我就将眼、耳、口、鼻。髮型、性別同埋體型咧，就逐個逐個 pick 啦，即係分咗五個啊 giveaway 出嚟。咁大家咧就可以喺抽獎嘅時候咧，你投一個你想整邊個咧，咁我就抽一個巴打出嚟，跟住我就會根據佢嗰個提議去將嗰一件事放落嗰個人度，得唔得？有冇問題？你明唔明白我講乜嘢？空。咁如果你要做大隻婆嘅話咧，就要大家好合作啦。控制人物造型，咁啦就眼啦、耳啊、耳唔使啦嘛，耳都冇乜料到。眼啦、鼻啦、嘴啦、性別啦，跟住就體型啦、頭髮啦。即係應該都有啲面部嘅 extra 嘢，即係可能化妝啊，或者疤啊、眼眉啊嗰啲，係咪？仲有冇啲乜嘢啊？仲有冇啲乜嘢？不如揀風格，因為其實都幾難揀，都得嘅，即係大約係點樣？你形容下，跟住我就 keep 住喺嗰邊整啦，好冇？好啦，咁大约就系咁样啦，啱啱？好啦，咁即刻开始。咁我哋就首先拣咗性别先，好冇？咁我哋就俾你哋 pick 啦。
咁我哋睇咗个剧情先啦，好冇？咁喺呢个睇剧情嘅时候，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今日嘅投票度，你决即系你去拣一样你想做嘅帮手做嘅嘢。咁我亦都会提一提有啲咩 option 系未有人拣啊，咁大家可以 pick 佢。咁依家眼鼻同埋嘴咧就未有巴打头，咁你都可以望一望先。跟住拣增加难度，升到爆。战争，战争永远都唔会变。In the year 1945, 我嘅曾祖父 serving in the army, 为国出征， wondered when he'd get to go home, 都唔知几时先可以翻屋企陪佢嘅女，唔系陪佢嘅老婆，同埋一个佢从来都冇见过嘅仔。后来他如愿以偿了，因为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丢了两粒原子弹，结束了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期待末日的来临，但是奇迹竟然发生了。我们不再将核能当作武器，反而当我用之不尽的能源，那些曾经会在科幻故事出现的奢侈品全部实现了，家用机械人、核能车、可携式电脑。之后去到21世纪，大家终于在美国梦里面醒过来，长年滥用导致重大的资源短缺，自此世界就再次分裂了，和平成为遥远的回忆。现在是2077年，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我很害怕，为了自己，为了我的太太，还有那个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如果我的军旅教识我一样东西的话，那一样东西就是War never changes. 战争永远都不会变。战争永远不会变。好了，我们即刻可以开始揀人了，望一望先。好了，我们 stop and pick Rina 了。我们现在就见到我们的造型了。我想我们首先就揀了个性别先，好吗？我们即刻看一看先，不要抱着块镜，不要。好，我们看一看性别 pick winner， 菲力士009，你好，恭喜你，恭喜你成为了你今次得奖幸运儿啊！性别你想系揀男定系女啊？菲力士009 ，Phoenix Noir， 出嚟啊！你 Chris Lake 系你啊？屌，男女男和女，抽到件衫一定系女人 ，OK 冇问题，好，即刻转做女人先，我即刻 pick 下一个，跟住有。我有面型之后，即系有性别之后咧，就一定系转咗头发先啦。头发就系 Aaron Yan 10啊 ，Aaron Yan 10你好，恭喜你，你就得到咗成为呢、這个可以控制佢发型嘅一个指标。睇下啲咩发型先，我不如我哋睇一睇先啦。面部其他化妆斑点伤痕，唔系性别身体面部。头发、耳朵上部、哦、，Aaron Yan 点样？我未见到你嘅回复、哦。Aaron Yan， 我俾多十秒，我俾多一个机会你啊！咁我哋 pick 咗另一个先。咁如果阵间我哋改完下一位巴打嘅时候，改完下一位巴打做嘅嘢之后咧。你都再唔出声嘅话咧，咁我哋就将你嗰个机会咧就俾第二个人啦。OK， 咁我哋就整个眼先啦，好嘛？眼就系 No 369啊 ，No 369你好，
捞三个九，你就可以得到控制我哋呢个角色嘅眼部嘅一个机会啊！你想点样？即系眼埋啲、开啲、大眼、细眼，定系青蛙眼？你话你想点样？你话事？点样？蒙猪眼 ，OK。我睇下你蒙法先可以。比例，嘟，上下咧。呢个系凹同埋出啫，点解整再细啲啊？只眼移动冇喎，最细系咁样噶咯，好样衰。LB。冇咯，系得呢个就最细咁样咯，唔好意思，冇得再拉长啦，最细咁样好啊，多谢你，我非佢话我好靓哦，撞鬼，好啊，再问翻 Aaron Yang，Aaron Yang 翻嚟未 ？Aaron Yang 一次 ，Aaron Yang 两次 ，Aaron Yang 三次，好可惜啊 ，Aaron Yang 俾个机会你都唔要，好啊，再睇睇下一个，老魔系你啦，老魔。老魔你可以得到改变发型的机会啊！点老魔你想佢要一个点样嘅发型？长发、短发、光头，定系话系啲 old school 嘅？你首先拣咗长头发、短头发先，定系话系一啲立嘅？定系话系点样？老魔在吗？我俾啲时间你打，可唔可以挥挥手？你复咗我先，你起码俾我知道。你度先啦，黑暗女郎咩？你叫黑暗女郎，都冇头发咁。X 哥头孖辫，未 ？Aaron Yan 又唔蒲头，老系啊你啊，屌！好似喂有得蒙猪眼喎 ，sorry， 原来有得再细啲。呢度连假老魔都有。呢度真系乜人都有啊 ！Aaron 你太迟啦，走啦！你已经冇咗嗰个选择嘅机会，我哋而家个机会系留俾老魔。拣咩？拣头发啊！你可以拣长头发、短头发、old school 嘅、立嘅、靓嘅，定话系点样？你俾一个方向我，我啊拣个最似、最接近你嗰样嘢。孖辫都有，哇！定好肉酸呢样孖辫，我即刻一枪打死佢。光头。石内卜点样？石内卜系依个啦，都 OK 啊，我觉得你可以拣埋颜色噶，点样？喂，快啲打字啊，快啲打，快啲，好想大把大把升落嗰条女度。咁不如我哋逐个逐个 pick 晒佢先。咁喂，有人拣面型，面型就系 Elthman 啦 ，E L T H M A N 依位 Bada。好，短头发，跟住嘴咧就系、是。迪基亚系你啊，鼻咧就系 fancy 小 fans 子，咁大家都可以打定你想要嘅嘢。讲多次啦，诶，唔系 ，sorry， 撇错咗，揿错掣。体型先至系，体型系 Evan 体型。我打一次啊，体型。跟住基亚就系嘴啦 ，fan 就系。鼻就要成龙鼻，头发就要短头发。短头发有冇话啲？佢点短发先？呢一种呢啲短头发啦，阿伯马尾呢、這个短头发好似好笠冇洗头，好似隔篱，好似五公子咁样嘅头咁喎。跟住，点解话要呢啲咁样 old school 老饼中分头？神探飞机呢个系詹基利个神探飞机头嚟嘅，你睇下你可以拣边个，你中意边个嚟出声？一个好似冇洗个头嘅嘢，理论派呢啲就 old school 读书仔，律师头呢个就叫做自然美，哇顶你咁都叫美啊！我整咗个鼻先，整咗个成龙鼻先。
鼻可唔可以成個揀嘅咧？其實長龍，喂，羅馬鼻啊叫做，好足卡 feel。翻工先好啦，拜拜。成龍鼻夠唔夠大？依個好似唔係好夠喎，我哋再整一整佢先。OK， 仲有冇？系咪个 chat room 轻咗啊？冇啊！你咁样揿 F 五 suppose 应该又喺度。点解系我画面呢个 chat room 轻咗咧？巫婆咁样，好似得一开始个发型靓啊，但系太可惜啦，因为拣咗啲咁嘅样。咁可唔可以睇翻基亚讲咩啊？基亚。基亚你可以拣个嘴啊，好多纹啊佢个鼻，你唔中意啊？但唔系你拣啫喎。点样基亚个嘴要孖润长？黐线啊！你心谂我都冇得罪你哋，孖润肠，哇！好肉酸啊，个嘴，救命啊！见到都唔开胃啊！搞埋上面嗰条润肠先，得唔得？差唔多啦嘛。头先边个巴达匹体型啊？望多次先，我真系好呕心啊！有机会整 Elfman， 你可以整体型喎、啊。系啊，好恐怖嗰、那个，望住条呕心，好彩我哋就系望住佢背脊。系体型 U， 冇错，你可以拣个体型，好似 Mr. Bean 咁样。点啊？老母系咪即系呢个发型 ？Elfman 体型系点样？肥，肥啦，梗系 OK， 冇问题。身体半，使唔使撞啊？唔使撞啊，就系半斋半，争你啫。仲有冇其他嘢？得唔得？大家中唔中意呢个样 ？OK 嘅，我就高噶咯，好似马骝咁嘅样。使唔使帮我染个发啊？斩俾希嫂见到我整个咁样嘅人出嚟，我唔知点解释。点样个样？使唔使整啲咩？发色啊，好样衰，有足卡巴。哎，头先仲有一个面部表情 extra， 我唔记得咗添。Gavin 六世，你好啊，你可以再加呢个面部嘅表情，即系 extra 嘅嘢俾佢。Gavin six 你好，请问在吗？你可以整双巴化妆斑点，仲瑕疵。喂，佢个样本身已经好瑕疵噶啦。哇屌，样衰啊！有可以整瑕疵，可以整呢啲墨屎，可以俾化妆佢。你都系唔好化妆好啲，你化唔化得咁？或者有啲俾有啲疤，你想要啲乜嘢？星罗兰表示要足卡疤，加份你自己话事，你想要啲乜嘢？面瑕疵、黑眼圈 ，OK。跟住呢，要有刀疤，刀疤要摆边个位置？你想有冇手足 J 咗？全部唔系，我要问 Gavin 点样？你要啲咩刀疤？全部成块坏，喺只眼度啊，喺额头啊，喺鼻梁啊，鼻啊，喺个嘴度啊，笑丑哦！哇，你真系冇人性。屙伤疤啊，大佬会唔会捞死啊？部机你追后面个男人算，你后面个男人就话啊，你都几靓女啊。本身条女都好地地嘅，你睇下搞到咁样，还要靓女权都救唔到啊，大佬啊！即系正足卡化妆，诶、哎、喂 ，sorry 咁错就系。吓亲啲小朋友，我就要开翻个 mature content 先得，几有毕加索嗰啲感觉啊！
跟住轉頭同我講：喂，唔得喎，你唔可以裝太多嘢，一個人唔可以咁受咁多傷害。Halloween cosplay 好樣衰，個女子可唔可以用上刀頂你？使唔使再加啲咩斑點化妝俾佢？我諗都唔使啦，係嘛？好啦，咁差唔多啦，我諗我哋呢個角色返回先。喂，取消先啦，亂撳。得唔得？有冇問題？花霸佢，有冇紫殺公仔嗰種化妝啊？好 Silent Hill feel。完成噶咯，我哋系嘛？确定角色系咪确定先？确定噶咯喎！自动存档中，奈特说话。Hey hun， 喂，亲爱的， Just getting ready. 喂，就得啦。Samuel 講咗啲乜嘢啊？我想問，你睇 Samuel 俾人 ban 咗嘅喂，哇！快到做咩事？你加啲乜嘢啊 ？unban 翻先啦，喂，可唔可以？喂，阿檸檬大神可唔可以唔好立亂，即系唔好玩個 bot 住？因為佢仲係好唔穩定，唔好亂咁 ban， 好唔好啊？你冇加到，咁到底發生咩事呢？佢就話 Samuel 就講咗個 black word， 跟住就俾人 ban 咗。我到底有啲咩 black word 啊？係咪講 ACU？ 我諗除咗 ACU 同 fuck 之外，係冇其他字噶。雙刀冇理由啊，冇打雙刀火噶 ，suppose 雙刀火雞唔係嗰啲咩字？我哋喺度偷玩下先。我哋而家要去嗰咩老兵 XX 唔知咩會度啊，係咪？我哋 BB 咧，喂 ，Sean， 點解黑鬼嚟啊？你個 BB， 個波佬問我係唔關我事啊，但我真係唔知咩事。睇嚟全程要第一身試點玩啊！啱啱是雙刀 Turkey 都出咗個 warning 俾我。我唔知佢講咗啲乜嘢啊！打個 DRU 都會俾人，係啊 ，DRU 會噶。我偷食，喂係 Siderman Coffee 煮好啦，仲有今日新嚟嘅報紙添，啱啱送嚟噶。咕咕乸漫畫，萬人咕咕乸與幼福森林，唔知咩嚟。我走啦，拜拜。佢又唔俾我出去，點樣我哋而家要？唔係有黃馬，那個波會直接 ban 你，唔關我事。因為人仔實實因為佢飲咁多嘢。New Coca-Cola， 核子可樂冰涼透頂。我哋要煮嘢食啊！睇我而家要做啲咩嘢？有人嗌臭臭啊！睇嚟我要幫小朋友換衫先得啦。我要做啲乜嘢？其實佢又唔俾我照鏡，塊鏡啊虧咗。白人和白人生個仔出嚟係黑人，點解呢？哇！咁我好難同我老公解釋喎。與老公對話，好即刻去同老公對話啫。行得咁鬼慢嘅。Hello， 老公，奈德你點啊，親愛的？喂，你睇嚟好緊張喎、啊，我睇你都緊張係嘛？唔知講乜啦。啊，你睇啊，好似我咁嘅男仔點會咁好彩咧？哈哈！你每一日都要對住一幅好似畢加索咁嘅名畫嘅老婆生活。你真的很好彩，因為那個銷售啊，都不知道他一直來騷擾我，不要緊，銷售等我來開門。喂，你好啊，我們是避難所科技派來的。早晨啊，真的很好啊，你看前面的天空。你絕對不會知道我有幾咁興奮喎！終於可以同你講到嘢啦，我已經好幾日噶啦，我嚟保證呢件事真係十萬火急啊！嚇，有啲咩咁緊急啊？
我哋做下好人啊，我都好开心啊。哦吼，我都系啊，你有所不知啦。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忙人嚟嘅，所以我不会浪费你太多嘅时间。毕竟时间是一个好珍贵嘅资产嚟噶嘛，系咪？我嚟话俾你听咧，你咧就已经被选中成为本区避难所111号避难所嘅居民啦。Into the local vault, Vault 111. 够唔够位噶？我做屋企人喎，我哋系咪可以所有人都嚟噶？当然可以啦，不过唔包括你嘅机械人噃。事实上，你已经拎到入住嘅资格噶啦。我只系想攞你少少个人嘅资料啫。希望你唔好拖啲手续啦，因为第时我哋冇法预见啊嘛，系咪？原子弹大啲咁灾难之前啊，我哋唔可以耽误几多时间啊！不如话多啲嘢俾我听啦，好唔好？我向你保证啊，我哋只要有现代嘅家庭必备设施，入面应有尽有。我唔可以话100%可以保护到你唔受辐射同埋变种人嘅威胁啊，但更美好嘅将来就喺地底啊！呢个唔单止系我哋嘅责任嚟啊，仲系我哋嘅热枕啊！系嘛？好啦，咁開始啦，我俾少少資料你。太好啦，太好啦，我哋嚟睇下先。睇啲乜嘢？我哋應該註冊表係升啲乜嘢？我哋嚟一次啦。咁我哋頭先就有唔同嘅嘢啦，已經有新朋友入咗嚟喎。好多謝 Siderman 999 follow 咗我哋台啦。咁我哋即刻開始一個全新。另外一個嘅一個叫做投票啦，咁我哋依個投票係乜嘢呢？就係、是、人物技能控制表，噔噔噔噔，人物技能嘅分配啊！我要話事，我唔使。好啦，如果你想話事嘅話，就即刻喺我要話事嗰一格度即刻投一投佢。我已經23点。咪你有21点嘅啫，何来23点咧？系咪？我饮啖水，转头翻嚟就即刻开估睇下边位巴特可以话事。好，翻嚟三拉组 ready 啊！你哋已经，我见到有一班巴打已经投咗票，我哋即刻 pick 一 pick 睇下边位巴打，话事先。Hey Sir，Hisa 一，恭喜你 ，Hisa 一，你已经可以得到呢个话事嘅资格啊 ！Hisa 一在吗？三拉组唔该，喂，濑嘢啊！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到三拉组嘅味，可以闻到阵三拉除喺度。Hisa 在不在？大哥先要升智力嘅啫，哇！你咁样讲嘢嘅，佢升爆 EQ 喎，大本身。Hisa， 你可以话事啦，力量、感知、耐力、魅力、智力同埋敏捷运气，到底要点样升咧？依21点 ，OK。而每一嘢咧，最多即系每一嘢最低系要1点啦，系咪？咁你升边度？你话事啊嘛，升力量。One punch 嗰啲嚟嘅，你系嘛 ？Power get the power， 最多10点啫，原来最顶。我仲有多12点。爱运气点样？除咗 power get the power 之外，仲有啲乜嘢 ？Hisa 可唔可以嚟一嚟先？三拉组武装力量已经 ready 晒啦。仲有冇？仲有12点，12点剩低12点，你要升啲乜嘢先？等我留你，等我你想留俾其他八大星。抽下一个，你非常之好啊！你好好人，好下一位就系 shit 小维623，小维623，恭喜你，你可以得到呢、這个，你有12点可以俾你分配，你可以分6点又得，你可以分2点又得，你分几多点都得。你话事，你想升几多点落啲乜嘢度？最多升10点啊！因为都留翻少少俾下一位，三位超大获全胜，
賴嘢好似三位組做嘢啦，依家點樣剩低幾點咧？就十二點，你要升啲乜嘢？你有十點啦，即係應該話你有十點升智力，升曬十點落去係咪？六點運，仲有四點你可以俾下一位，又或者係玩埋嗰四點都得，100% 甩點樣？其他咪留俾下位巴打你四支，好啦，再拼到最後一位啊 ，Alex Quark， 哇唔識讀呢個真係 ，Alex K O R K， 呢位新巴打你好啊，咁想歡迎你嚟到我哋遊戲情報方，唔係歡迎你嚟到我哋創新同學會啦，咁樣我哋。你都啱見到我哋做過啲咩嚟啊？咁恭喜你，你有兩點點數可以分配落呢一系列嘅東西度啊！咁喂，你好啊，歡迎你。你新朋友嚟嘅啫，你唔係三 I 做啊嘛，係嘛？你會將呢兩點交落邊度啊？請問，睇個名就知道係三 I 嘅成員嚟嘅。感知同智力係改槍同埋 unlock， 咁啊賴嘢。咁升運氣係咩咧？运气即系啲怪唔会见到我啊！一点耐力，一点智力，多谢你啊！你都有翻少少人性，好唔该晒咁多位巴打，喂冇得接受啊喂！啊，仲有个名，我叫咩名好啊？俾你 pick， 俾你哋 pick 多个啦！有冇人想改名？嚟一次咯 ，name。冇耐力會點？大希 ，Ugly Betty， 冇耐力會點？運氣同 EXP 係運氣係 EXP 嘅主要來源。有冇人要改名啊？希大 ，Doodle， 哇！你哋啲衰嘢，好似689要做689，我哋但係要幫佢。拯救世界同埋逃離末世災害喎，六百九會係咁死啊 ！Wanga J，Wanga J 係咩嚟啊 ？Wanga J，Hey Killer，Hacker， 魅力永遠好似係一，叫啲啲係過去式嚟，因為佢係好啦 ，Pick Winner 啦，我哋即刻 YMT 呢位巴打 ，YMT，Hello YMT 你好啊！你可以幫我哋呢個偉大嘅美人兒改翻個靚名。點稱呼佢？六點智力可以同 NPC 講嘢。Big Hey，Hello YouTube，I'm Big Hey。係咪啊 ？Big Hey 啊 ，Wang 啊 ，Wang 啊 ，J 係 Wang 啊 ，J。OK 嘅咯，接受。Small Big Hey， 好彩唔係你抽中。叫 Hello YouTube， 啊太好啦，所有嘢都 ready 晒啦，跟住落嚟我拎去避难所就妥当啦，恭喜晒你啊，准备迎接未来啦，我兴奋嘅，好啦好啦，为咗心安，点都要做少少文书作业啊，系为咗你同 Sean 啫，代价都唔系好高啊，啊你都答得几好啊，系啊西非嚟。Sean 已經換好尿片啊，但佢一路都喊啊！我諗係需要你擅長嘅母愛關懷啊！依條咁嘅麻甩佬 Sean， 如果唔係因為我哋有嗰個地下地區嗰個防空洞111嘅入場券，我肯定佢唔會娶我。講真，我嗰個樣係咁樣，111都係三 I。Hi Sean。科系咪都系60fps 啊？冇咩都惊人唔顺喎，都系噶，其实已经系60fps 噶咯，50、60、50、60咁跳咯，俾你打到个样咁样，快速存档先等我。叮叮叮叮，呢个 BB 好似受辐射咁样。呢个时候个小朋友啊嘛，同佢老豆一样，都系出住最高嘅纪录，大部分时间都系。喂，不如我哋食完早餐去公园度兜下咯，天气应该唔会太差嘅啫。我哋要准备万圣节，不如我哋去买南瓜啦，好唔好啊？
先生，太太，你哋快啲嚟睇下依个。做乜事啊？咁交叉试下，我哋系好朋友嚟，我哋唔好咁做。下一则新闻系啦，下一则新闻系闪光，原木嘅闪光爆炸声响，我哋而家仲喺度检查紧啊。我哋好似同友台失去咗联系啊！我哋啱啱收到嘅系民众证实咗，我哋再一次民众证实咗纽约同埋啊，宾州发生咗核爆啊！我听起一个，我听上嚟觉得好痛，哇天啊！我一定要避难所，快啲啊！因为你嘅宾州都会爆炸，快走啊，奈特，快带埋你个仔走！阿德，我不如我抱住个仔啦，喎，跑快啲啊！因为你宾州会爆炸噶，顶住啊，小朋友，大家排好队啊，快啲去嗰边行啊！好似窒窒地咁样，都唔系窒窒地，我谂我知咩事啊！转一转嘅 setting 先，新game通常都系咁样嘅。窒到好似睇 PowerPoint 咁樣啊！窒計唔緊要，時間關係我已經將佢搞掂咗啦。睇下好唔好啲？都係23啫喎。我諗我知咩事。哎，我哋 reboot 只 game 先，因為我知道點，我知道咩料。首先就因為要轉一轉 setting， 因為我頭先咧，我第一次開 four 嗰陣咧，我叫佢自己幫我揀啊嘛，咁所以我將所有嘢推到爆，即係唔好話推到爆咧，推到比較高畫質啦，咁所以我而家推翻低少少先。係時候換電腦啊！你俾錢我有得換係咪？我而家撳咗品質最佳，已經設置為中畫質。頭先我係極高啊，唔好意思。好，即刻翻翻嚟先，睇得唔得咯？今次，跟住点知部机都系跑唔起啊！咁我 set 翻30fps 先啦，唔好跑咁快喺只 game 度，有得佢慢慢跑啊！继续，我哋玩咗30分钟噶啦，原来头先唔觉唔觉。CPS 我發就係可以，即系 CPU 可以煎熟塊牛扒。我而家得 level 1啫喎，呢個係咩嚟啊？有了死神的衝刺輔助能力，在 fast 殺死敵人嘅時候就唔知點樣點點點。新稀數要 update 啦，我唔得喎，我哋已經準備咗拎啲錢去咩喎？準備拎啲錢去做廣告，得唔得？而家優嗰啲啦，天啊！天啊！天啊！你一定要俾我入去啊！你唔可以咁样啊！喂，唔好意思啊，报上名来啊！我而家要入去啊！我睇名单上面啊，睇过 B B 成年男人成年女人，好啦，入去咯，唔该晒你。喂，奔走大爆炸啊！再唔行快啲就会俾人炸奔走。出边度点解唔俾啲人入去啊？我已经尽晒所有能力噶啦，继续行啦。喂，跟我嚟啊！太太，我哋要将你送入避难所啊！快上嗰升降台啦！呢个系嘛？好啦，就系呢啲人啦，送晒落去啦。点啊 ？B B 好冇事啊嘛？我哋 B B 好好啊，冇事噶，我爱你。哇！大镬啦！快将电梯送落去啊！喂，拎个手指公度一度先。喂，佢个蘑菇云大过我哋嗰个头好多好多。我手就好震添，觉得剧情开始就有嘢执噶啦。好，唔该晒你，圣罗兰。喂，嗨，祖爷。喂，奔走大爆炸喎，大佬，佢而家炸埋我嗰份。声得唔得啊？其实声画面得唔得？好啦，多谢新朋友 Delay 阿爸 ，Delay 阿爸，多谢你，多谢你 follow 我哋台啊。所有人请你走出电梯，沿住楼梯一步步行上楼梯啦。
唔使担心啊，咁多位，我将会带大家去到你哋嘅新屋企啊！111号避难所，亦都系三 I 避难所，一个更加好嘅未来。就喺地底入面啦。咩话？只要我哋冇错，向上行就得啦。我冇谂过，一分钟之前我哋走咗，之后就咁样啦。我哋好高兴可以为你服务啊！新居民，请你排队，欢迎你翻到嚟啊！呢度啊，唔该。有啲高，但系都仲 OK。行过嗰边啦，喂，唔好意思啊，麻烦你哥，欢迎你啊，麻烦你嗰个拎件制服先啦。避难所111号制服，跟住呢个博士行就得噶啦，佢哋会带你过去噶。喂，过嚟啦。点啊？你见唔见到呢度就我哋新屋企啦？你一定会爱上呢度噶，我哋有最先进嘅设备。先唔好讲其他嘢啦，好冇？乜都冇啦，我哋屋企，我哋所拥有嘅嘢，我哋住华盛顿嘅父母，你觉得我哋会喺度留几耐啊？我哋会有一个迎新仪式啊，会同你哋讲明晒所有嘢，我哋亦都会将医疗用品运到嚟呢度，你觉得啱唔啱身啊？呢啲嘢，避难服唔讲求时尚啊，我哋讲求只不过系去到未来啫，系咪？准备好的话，麻烦你进入实验仓啊！妈咪喺度啊！消毒仓有冇完成？三 I 秘密基地呢度就系我哋深入避难所之前，我哋会喺呢个仓度帮你消毒减慢。麻烦你放松啦！我哋准备全新嘅生活，居民确认。承载者生命迹象正常，步骤完成，倒数五、四、三、二、一、零。喂，有冇帮我消毒嘅？佢放咗入雪柜喎，雪咗几多年啊？老实讲，头先如果行得慢，有得睇系爆死啊！真系噶，哇！早知系啦，启动手动解冻程序，雪咗200年咁样就，咁我哋 B B 咪冻死咗咯。睇下就系佢啦，开咗佢啦。是不是结束了？是不是 OK 的了？差不多了，一切都会好转的了。来吧 ,BB。不行不用不用，我自己抱得了。放开 BB, 我只会讲一次。不要抢我的仔啊，不要抢我的仔，我不会给我的仔。唉。拎个 B B 过嚟，然之后我哋走。至少我哋都有后备 B B 啊！重新启动冷冻程序。做咩用女角色？因为所有嘢都系我哋巴打自己拣出嚟，唔关我事。黑四老公 Sammy 不服气，200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蛇迷不服气，哇！你边间教会？唔好以为做咗白武士就冇事，唔通希爷系机？低温受到严重嘅故障，请所有居民立即疏散。老公，一定有啲位可以开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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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拎只戒指去卖。嘟嘟，佢唔俾我开嘢。全部啲人都冻死晒啊！我哋而家睇下离开个111号仓先，有冇其他嘢执啊？呢度我系死剩种呢只 game 咩？哇！顶咁大个曱甴都黐孖筋啊你！我冇见到咁大只曱甴喺呢个世界上面。安全保安机，欢迎你嚟到呢度啊！我睇下呢个说明先，仅限呢度安全嘅人物先可以睇嘅啫。一一号避难仓所设计系测试不知情人士长时间休眠嘅影响，保存人员负责维护装置稳定，同时监控科学人员嘅活动。唔理乜嘢任何情况，人员咧都唔可以擅离职守，拒绝服从咧。或者干扰避难者一唯一的死罪，即系全部都要死。即系话我哋呢个三 I 避难所就系运我哋入嚟瞓觉嘅系嘛？安全日志，睇一睇先。天啊，终于发生啦！呢个世界完啦，没能保存所有嘅居民，冇人可以逃脱，而系只系剩翻我哋同埋一堆冰山啫。我真系唔明白嗰啲学者对我哋解说。冷冻起嚟系一个好大嘅实验，要创造美好嘅未来，乜鬼嘢？我唔知啊，我就觉得我哋喺度笑笑口咁睇住佢哋结冰，咁系唔啱嘅，系咪应该事先同佢哋讲？拎警棍，枪下面转头攞，系我而家用手掣玩。地下节嘅万圣节同其他保存小伙子仲未有工作人员起来开个小派对，我哋攞最好嘅礼物出嚟。將仲未壞掉嘅超男孩夾心蛋糕，壞男超男孩咁，即係你食咗我 B B 啊！沒有一個科學家過嚟，監管人員你都冇嚟，我唔明白啊！佢哋喺度隱瞞啲咩？唔通有啲高層先可以知道嘅秘密？算啦，再過幾多月危機解除嘅時候就會嚟噶啦，我哋嗰陣就會開始重建。入咗教难度未？依家攞磨，强制避难期剩翻几个礼拜啫。每个人都好焦躁，焦躁不安，蠢蠢欲动。有啲人认为解除通知永远都唔会发布，但可以肯定嘅系，我哋冇办法一直喺度留落去啊。唔单止因为我哋喺同一个房间已经熬咗六个月咁耐，更加系因为所剩嘅食物只系够我哋再挨多几个月咁多嘅啫。监管人员。不停都同我哋讲，我哋要有耐心，专心做嘢，肯定系话俾大家听，呢啲一定系蒙在鼓里。我哋觉得一定唔会有啲好嘢发生，我有预感。通往避难所出口嘅大门已经坏咗啦，监管人员疏散通道系唯一嘅出口，咁样对佢哋嚟讲真系太方便啦。监管人命令科学团队其中一个队员。stand 喺嗰个检查站嗰度，随时可以俾佢通往嗰个办公室度。监管人今晚就邀请去到一个会议度，届时就剩翻招呼人员同埋保存喺度睇场。咁睇嚟，除咗我之外，应该会有其他人系打啲唔系咁好嘅主意。玩生存咧，黐孖筋，真系唔使玩啦，系嘛？避难所科技没有解除危险通知，我哋一定要走。我哋真系冇嘢食啦。是但嚟將一塊鹽味餅乾掉到地下，我嗰陣差啲懟冧佢啊！有一細批人向監管人要求開咗嗰個避難倉，我從來都唔知道一個咁細嘅人可以叫到咁大聲。而家佢將佢自己同剩低嘅科學家反鎖喺辦公室入面，我哋今晚就要交出所有嘅食物、武器同埋藥品，如果唔係後果照付。我同所有人都傾過啦，時候到嘅時候得兩條路可以揀，我哋一定要離開個。避难所，见到水机就饮水先。哦，睇埋其他嘢先啦。一旦收到通知，安全负责人、科技人员咧，会喺监控冰冻嘅居民嘅生命迹象。唯有超过80%嘅居民喺冷量，喂，一定要死咗八成嘅人先可以救佢哋。如果唔系，就唔可以中断休眠。监管人可以睇翻情况。雪咗200年冇嘢食，冇饮过水，转头一夜死鬼咗，点算好？
治療針，飲咖啡，咖啡杯，咦，有香煙喎，見到，食翻支煙先喎，大佬，200年冇食過嘢。食翻支煙都唔係好過分啫，係咪？睇下有冇其他嘢先，又係咖啡杯，破爛嘅筆記本。頭先嗰筆啊，喺個窗下面咧就有碌警棍。未來啲電腦仲流過而家嗰啲。保安警棍已經裝備啦，可以坐一下。用十字可以有最愛嘅道具。setting 系五十年代，如果有可乐记得拎少年警棍踢佢出去，我赖少年警棍隔离台，可唔可以饮啖水先啊？最强武器金 AK， 拿翻支慈母棍先。有冇其他嘢可以攞啊？呢度冇我就行人噶咯。我哋玩到五点钟好唔好啊？今日我好想玩落去啊，老老实实。裝下先，咁 RT 就可以攻擊輻射曱甴，你老闆打爆你先，我知你會爛呀，真係㗎，居然曱甴，我睇咩料啊，佢叫行嗰邊，我偏唔行，啤酒杯，玩呢啲咩 RPG game 咧，人洗手台 ，drink， 咕碌咕碌咕碌 ，OK。唔会，星罗兰就话行前面就有手枪，揾紧，攞多几个啤酒杯先，跟住同埋啤酒樽，必要时爆人樽都 OK 啊嘛。咖啡杯、啤酒樽、桌子，乜都冇，乜都冇。转移道具，啤酒樽，电脑咧，电脑啲咩？希睇睇嗰啲技先。監管人員，記住，使用娛樂性終端機係一種特權嚟。如果工作率下降咧，你就唔好玩啦，盡情咁享受啦。排行榜、播放卡帶，有啲咩玩嘅呢個 ？Red Manns Start Game， 未來復古 ，Help Help Help Help， 22M。How high can you get？ 喂，呢个咪喂，呢个咪嗰个 Donkey Kong， 我玩过，咁恰我唔识嘢喎。喂 ，Donkey Kong suppose 冇火冇飞弹嘅，玩多嘢先喎，大佬唔得咁样。喂，你唔好再掉飞弹落嚟，经过你反面啊！喂，頂屈死我嘅！喂，死狗賊！呢啲 mini game 可以玩到收台。哇，超狗喎、啊，超難玩頭先嗰個版本。喂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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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喂呀 ，game over 零分 ，what the hell？ 嚟多次，卡關了。喂，嚟多鑊先。唔得唔得，我唔信啫，唔信，我唔会相信你噶。嗰啲波波唔系 suppose 唔识咁样碌嘅咩？喂，大佬，喂，我且有得跳嘅，原来我有一跳就完啦，一跳啦，系且冇分别咧。喂，你收声。唔得，我一定要过一次我劲，一向前跳添啊！原来我头先试嗰个判定啫。睇你先，睇你想点？一跳跳过波，我已经可以踩落个波度啊！原来掂得，我已经知道点玩呢游戏。让你食少少嘢先，仲有装甲，有甲可以点样啊？有嚿系唔爬得嘅，原来唔该晒你，多谢。踩一落，喂，边个可以踩落去啊？
二百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我觉得呢、這个由零去到二百是一个劲大的进步，即系本身 suppose 零，佢零加都是零咧，零乘几多都是二百，零乘无限都是零嘅啫，系咪？所以我哋去到二百是一个无限的进步，请赞赏我。诶诶诶！我惊嗰粒波喺个梯度落嚟，哇顶！哈哈哈哈哈哈！认命啦，我唔会认啦，我一定要救到条女一镬先，唔使多一镬。我点解嗰个人咧，嗰只怪物嘅心口有个中国国旗，系咪即系暗示住中国系邪恶核心组织？攞咗个装甲，哇！装甲唔识向前行，又唔识跳，咁我着个装甲嚟做乜鬼啊？我跳过咗有分啊！边个同我讲话踩落去有分啊？Jump！你喺度死咗，我笑啊！噔噔噔噔噔，搞掂过关。个古仔系中国同埋美国互相掉核弹。喂，嗱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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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其实攞咗个装甲冇料到喎，你挡两下，唔好意思，佢唔识爬，佢攞装甲我真系唔识爬，咁有咩意思啊？睇下先，呢度向上跳，哇！嚓，发耀，屌，冇玩嘅呢 game， 喂，攞最高分啦，3000分得，可以离开个鬼地方，耶、yeah!！好搞掂！哇，呢、這个 game 真系垃圾到爆炸，唔系画科啊，入面嗰只。有帮手就话呢度有手枪，我哋就攞埋支手枪，我哋就即刻撤退，撤退啦嘛。手枪 ，Where are you？ 手枪，你唔会放喺床下底？又一拎咩嚟啊？床睡眠唔得，我一定要继续向前行。你个仔咪塌咗啦，仲系唔知几多年之前。高智能宣传二话佢会两分钟之后会 reboot 啦，行去绿色点。头先巴打话直行有手枪拎啊嘛，我哋而家入咗嚟揾手枪先啫嘛，系嘛？冰箱转移道具，我真系可以放嘢喺度嘅，行出啲先有。哦，好啊，行出多一步先，开门。綠色點等於有手槍，綠色點等於有手槍，哦，即係劇情嚟嘅。佢會唔會電我啊？喂，嗱 ，don't come any closer，LT 可以擋 ，cut，hit，ho， 我學過兩嘢。咁 out，on out， 喂 ，Wyvern， 食屎啊你去 ，yuck 啊，輻射蟑螂肉，食得㗎真係。加一輻射都系咩啊？一百咪死？唔会啩？呢个系我哋啲 friend 嚟啊！哇，骷髅骨噶咯，真系！到底发生咩事啊？大家咧，我咪要阴声细气啲，因为始终系女人。虽然我样好强悍，三位做好波，绿色点啲肉食咗先啦。如果唔系你饿死噶，点样食啊？佢未教我点，佢未教我点样用嗰、那个。item， 我 suppose 唔识嘅，拿取，好，系咪噶？喂，治疗针攞几支先？治疗针最大就可以恢复 30% 嘅伤害啊！咁你可以设定为最爱，然之后就可以好极速咁回到你血噶啦。有手枪，有警棍，系咪得翻呢啲咋？有冇其他嘢拎先？飲水會點？飲水會回血嘅。輻射就係減嗰個最大嗰個血量係嘛？我見到啦，我而家理解到嘅遊戲就大概咁樣。轉生存難度啦，轉生存難度，你自己玩生存難度啦，你唔好要我轉生存難度。好啦，我轉頭會再翻嚟
我听过有个笔，我可唔可以用笔玩游戏先？咪住，我可唔可以用笔玩游戏先？呢个游戏，俾唔俾我用笔先？我哋需要用个终端机嚟解开。俾唔俾我用笔先？我已经知道呢个游戏有两个笔，都未用到，死心啦你！有咩笔？有无限攞钱笔，同埋有神级枪笔。No！ 喂，做咩跟咗支就落自己度？你咪智障啊！仆街啊！啊！嘥支针添，使钱就唔得，但系可以用无限枪得。OK。Reload。Bang！ 喂，你咪死咗啦 ！Suppose。神槍追擊！啊！你打神準夜夜中，十分過去三槍係乜？原來要打攞咩？我慣咗瞄頭咧，打呢啲咁嘅 game suppose 要瞄頭啊嘛！你玩所有遊戲都係噶，你要瞄準咗個頭，係咪？我頭先因為瞄錯咗佢個頭啊，所以打落去，所以就。冇计，所以打唔中。用笔就要玩生存难度噶咯。走啦 ，Sammy， 嘻嘻嘻嘻，九二系咪 Sammy 嘻嘻嚟？准。呢点都喺度笑啊！呢条友真。我即刻轉翻踎屎咁，如果真係再咁瞄唔中嘅話，好難瞄啊，大佬咁樣，係咪仲有人未死啊？到底佢台主粗口，佢台主講粗口就唔俾巴打講 X， 人哋教你玩，你都冇理過人，邊個冇教我玩啊？我行邊度行呢度落去啊嘛，係咪？佢唔俾我跳嘅 ，Pit Boy，Pit Boy，Pit Boy， 即系抢佢手上面个 Pit Boy 先啊！你有冇啊？佢冇喎。啊呢度 ，B B 小子，喂，原来呢个佢本身都好胶嘅，我仲喺度话诶，人哋嗰个限量版嗰个 Pit Boy 好胶添。快啲睇技能啦！我哋将部 tab 嚟绑咗个手度，64K RAM 啊，定64KB RAM 啊？佢系睇下先，技能边度有技能睇啊？道具、资料、广播、状态、special、辅助技能，冇喎。碧希边度有技能睇啊？喂，辅助能力表啊，系咪呢个 ？Y 掣，使用你嘅原始体力啦。铁拳 ，One Punch， 可唔可以升 One Punch 啊？我其实想，我哋可以升 One Punch 同埋运气咯，可以。你加咗咁多力量，用枪唔只抽？翻妈打比先咩？翻妈打比先咩？唔明咩叫翻妈打比先？你啱咩翻妈打比先？你可唔可以讲中文啊？你明唔明咩翻妈打比先？我冇读错啊！可以升爆拳，听讲超劲，可以做一拳超人。发夹开唔到锁。发夹锁开唔到，哦，发夹锁开唔到 ，sorry。十力量，你都玩近战啦。翻妈的 base， 已经开咗大门啦，请你褪后啦。好彩有 HD 翻译，最强合体。爆拳加埋潜行，潜行要点样先可以升到啊？
clear。点解佢播啲咁惨嘅音乐嘅？虽然我啱啱死咗个老公，唔见咗个仔，但都应该唔系咁惨啦，系咪？呢只 game 系咪冇跳呢个掣啊？系啊，赞 AGI 你点都冇升，唔系我冇升啊，解释就系巴打冇帮我升啫。你老公死咗200年啊！即系我仔而家都200岁，分分钟行到出去，见到个老伯咧就系、是，我其实系你个仔嚟噶，可以悔改，我唔会悔改。变更名字，要唔要悔改？变样？我俾巴打话事啊！我俾你哋话事，啲嘢改唔改？我话好民主啊！讲真，我人不嬲民主。俾你哋话事，最后一次 ，change， 改样唔改样？头先大家搞咁耐，然之后整咗呢个样出嚟，然之后叫我改样，但咁即系背叛巴打，唔得，改唔改？改能力全运，唔改你玩得好辛苦啊！你真唔改，点样？我睇你哋话事嘅啫。唔系啊！你谂翻喎，如果改嘅话，啲巴打转头佢又帮我改全运，然之后改全智力、全运，我真系仲难玩喎！我依家起码都叫有得 one punch 喎，系咪？你谂下，改唔一定系好嘢，改只会更差嘅啫。在你哋而言，请享受你回到地面嘅旅程。感谢你选择避难科技，全运啊！呢只 game 最劲。VDSG 111号预订空位的人，他们不知道会被人冷冻。事实上，每一座避难所都是一个秘密的社会实验。行运超人先劲啊！运低啊，永远是无敌的，因为啲人射你不中啊。任务战争永远都不会停。任务翻屋企，喂，喂，唔好行咁快，我哋有乜第三身嘅喂？有个避难所系99女1男，有个系99男1女，执嘢，点执？执边度？提醒我得唔得？呢个就系波。Y 就是跳 ，OK。咁 LS 可以冲刺，前面有人喎、啊。佢话 Y 就是跳，我点玩？你改咗 A 就系咩？用翻碌棍把啦，你点换架撑啊？保安警棍，有机械人喎、啊。啊 ！Oh my god！ 啊，真系你啊！做咩事啊？呢个世界，我样好样衰。呢个世界，我哋天竺葵庇护人咁样羡慕美景，恐怕其他嘢冇乜嘢其他嘢好睇啊！你同先生喺度嘅时候有趣得多啦，系咧，先生喺边啊？去咗一个更加好嘅世界。啊，主人，啊，睇嚟系啲唔好嘅嘢。我相信分散你嘅注意力系有用啊，我不如做啲嘢嚟冷静下你嘅情绪啦。我都好耐冇做过正常家庭活动啦，捉棋啊，玩字谜咁样，桑最中意啊。桑喺咩你身边啊？你再提一次我屋企人，我怼冧你。桑就早俾人绑走咗啦。
我哋揾翻我仔啊！真系惨过我谂啊！你有饥饿引发嘅偏执症啊，恐怕系两百年都冇好咁饮食噶。咩话？二百年？其实系两百一十年啊！主人，地球自转同经纬咧都有少少误差啦。其实超过210年啊！即是代表住你晚餐迟到咗两个世纪啊！不如我煮啲嘢俾你食啊！你一定好肚饿噶啦。有时候别人会不愿意交出情报或者瓶盖，你可以尝试说服佢哋。唉，做咩事啊你？你好似怪怪地咁。系咩？我怪怪地咩？我，唉。两个世纪冇同人讲过嘢，冇帮人做嘢，我真好辛苦啊！我系说咗两个世纪，所以个样有少少走样。我前十年都仲会帮地板打下蜡噶，不过根本就冇办法将核子尘喺木头入面清走啊，根本冇可能嘅。更加唔需要讲，我点样嘥时间去打废打呢一间荒废咗嘅屋啦？除嗰架车，嗰架车啊！啲铁都生锈晒，点打蜡啫？咁你仲知道啲乜嘢？我惊我乜都唔知啊！主人，扎兰嚟咗之后，你哋全部一扎烟咁走咗，我以为你哋死咗添啊！不过揾到呢个咁样嘅卡带，我谂原本先生谂住俾你睇啊，但系后来。发生嗰啲事之后就冇啦，系咩嚟嘅？上面有啲乜嘢？我谂呢个系 private 嘅 message 嚟嘅，我礼仪上我谂都唔系太好啊。如果我播俾你睇嘅话，不过标准嘅全像卡带 player 咧就应该播到嘅。你手臂上面嘅 BB 小子啊，应该都 OK 噶。使唔使帮我搜？使唔使帮你一起搜寻下个社区啊？我哋搵到先生或者上上人呢？好啊，唔该你。好乐意啊，主人。我点样可以用啊 ？BB 小子，下先 ，sled start 电筒嚟咋？狀態資料，可以將 RB 嘅道具變成最愛地圖，係咪呢個啊？超越時空，我哋嘅任務，我名大咧喂。佢冇提過我喎，佢就係咁叫我執嘢執嘢。呢度我屋企嚟啊嘛，係嘛？睇冇啲咩執先。翻到房入面，誒有治療針。睇下我啲私己錢仲喺咩度 ？B B 房間 ，B B 車玩具零。我嚟緊㗎啦，我嘅寶貝。啊！我嘅宝贝，旺仔 QQ 糖嗰只咁样。哦哦，我嘅宝贝，冇其他嘢拎佢喺度，床都烂晒。哎呀，换佢车，话定啲人好中意啊！考先生咩燃料樽盖两个，床底好似有本 special 书。我床底 ，BB 床底，边度床底？哟，或者 wrap 到两嘴得唔得？诶，柜底啊，你最 special， 提升乜嘢？感知耐力、智力，升边个好啊？喂，耐力咯，好唔好？我惊喺度死啊！
床底有 Big Boss。我、哦、原来啲书可以咁样用嘅，得执晒所有嘢走先。喂，唔好棘住我又。咖啡罐、茶壶，乜都拎走晒，话明钱都有用。胡椒粉，我哋小奶瓶、空奶瓶、升魅力，唔升啊！升魅力，升唔升都系咁样咯。个衰样，一世都系咁噶啦。我揾翻我哋嘅机械人先。你找到什么？我怎么进去呢？找到什么之前，我想找到门先。他跟我说是大门，但是大门不入得的。哎，找到了。升技，升负重先。妈，好辣啊！你家人不在这里啊？他真的失踪了。我知道啊，不用跟我说几百次，他家人失踪了。Sean's out there, Codsworth. Sean 冇翻咗屋企啊，我一定要揾翻佢啊。咁科科德咧，嗰边有好多人啫喎，而且佢哋就系拎木棍都打到离家出走几次啦。科科德系咩嚟嘅？冇错啊，虽然佢哋啲人有啲粗鲁，你记唔记得路啊？向南边行就可以到噶啦，走过红火箭维修站。見到我覺得慘啊！地圖已更新，多謝你。接成三角嘅美國旗，我再睇下依間房有冇啲乜嘢先。冇咯，就 save 一次。咁鬼多間屋嘅，等我哋要拎咗一隻窩窩先啊！有啲巴打話好，只窩窩好快拎到喎。搞到咁嘅样啊！咩你更高都 X 唔过啦！我哋向前，我哋完成多一个任务先好嘛？气号气号 ，A P 系气嚟啊！加五辐射喂，你受到辐射嘅伤害啊，最大生命值减少啊！请你快啲去睇医生或者用消辐灵啦，保护消辐灵就可以咩叫消辐灵？走过红火火箭就是红火箭 X 站，问候狗狗狗。Hey boy， 喂，狗狗狗，点解你会喺度噶？你主人咧唔见咗啊？落水会扣血。好啦，咁我哋一齐行动啦。好啦，咁我哋用北来依家。明明咩狗狗 ？On A。真系惨，佢叫狗肉。我哋过桥啦，狗肉。我哋去翻头先我哋嗰个地图一开波嘅地方先。系咪快速移动去111号避难所？系。Didi， 有巴打问有啲咩北，我就唔知呢个北仲用唔用到，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嘢咧。被人發現了就嘣一聲會被人 fix 翻噶，咁但係有啲巴打都有上網嘅資訊就話可以用呢一招，我會揾到啲正嘢喎。你揾到啲咩啊？好嘢嚟噶！冷凍槍，禁制，落去啦，寶寶嚟，寶寶添 ，Let's go dog meat。我哋用咩筆？我哋而家就拎我哋嘅狗肉，然之後去幫我哋做一啲嘢。嗰、那個筆就係咁樣嘅，那個筆咧就係一開波咧，111号嗰個倉嗰度咧有支好勁嘅槍啊嘛。咁一開波有個好勁嘅鎖係開唔到啊。咁有巴打就話，只要你帶翻你嘅狗肉啊，即係帶翻你嘅只狗狗狗落到去呢個咁樣嘅地方咧。咁狗狗狗咧就會幫到你擔個支槍出嚟噶啦！我哋而家就實驗證明一下依一個筆係咪真係仲用到先。Hey，
瞄准一个地方，然之后揿 A 掣就可以有一个指令啦。攞咗 B B 小指啦，睇下先，开翻道门先，系咪依边啊？唔系，好似都系依边啊，好似系呢度啊。你都唔知道有呢个 bug 嘅，我聪明过你，哈哈哈哈哈。但要抄翻支枪先，支枪喺边个位咧？系咪呢度入去啊？净系知道无限钱嗰、那个，无限钱嗰个就有好多人都知啦，已经。但系呢个攞枪咧就唔知 fix 咗未？我哋试一试先。Go check that out。你得过去望一望啦，救一救，好唔好啊？帮我攞嗰支枪。Check it out。喂，过去望啦。Grab anything useful。Take a look。唔系攞个樽。How you doing？ 多谢你，好叻啊你！但系我想要入面嗰支枪。听讲你可以穿墙攞支枪出嚟啊嘛？系咪 ？Boy， 你识唔识做啲乜嘢啊？使飞你啊 ！Hey， over there。咦，睇嚟 fix 咗咯喎！哎呀，攞唔到啦，好可惜啊！没有法夹，要解除锁定要大师先得，好可惜。好啦，走啦，布布，你冇另外价值啊！拜拜，用笔失败添，我哋 fix 咗啦。如果我早两日玩，如果我唔系因为要等你哋，唉。冇辦法啦，要怪就怪我實在太好了，我話咗等你哋就等你哋，係咪先？走啦 ，Lily。好啦，不過我哋 say 一 say 符先，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先啦。聽日晏晝兩點到四點嘅，仲會有我希子哥同大家一齊玩 Fallout 4。今日到呢度啦，聽日再見。如果你未睇遊戲情報科嘅話，記住即刻去睇啦，好嘛？多謝你哋。今日到呢度，我係希子哥，你聽係壯膽同學會。今日到呢度，散會，拜拜。